导致我们很多的上班族，这些蓝领阶级的劳工很可怜，下班也好，上班也好，都要在那种颠簸的那种马路上骑摩托车，险象环生啊！一个不平衡不好，都是旁边都是卡车，稍不留意的话，很容易啊发生事故。所以啊，希望哦，我们副市长能够督导一下，对于我们桃园市内所有工业区，哦里面的一些马路，彻底的哦给他做一次检查，有不平的，有该要税修，该要哦这个改善的，立即做改善。这一些劳工啊，才是我们台湾的根啊！你让他们上班哦，在那样的马路走啊，真的是我们真的是于心不忍啊，好不好？请嘉奖一下哈、哦。部长，请坐。好，谢谢。让现在的这个工业区啊，尤其像这个龙潭，有一个乌树林哦，小型工业区。这工业区从啊本席上任以来，一直就建议希望里面的一些道路、排水设施能够得到一些改善环境。但是啊，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说了，乏善可陈呐。该要拓宽的这个巷道很小，大卡车都要经过。我认为哦，你们对于这种小型工业区的这种关心啊，哦，这种挹注的这个经费不足，所以我希望你们这些公测会编列了一大堆的经费，哦，一大堆的经费，哦，说要说哎，这个要来补，要来做什么做什么，都没有真正在做。所以58页的。补助本市工商促进会办理小型辅导的这个经费1200万，本席动议搁置。请你把你那个详细的哈，这个你们对这个小型工业区做些什么东西提出来给。好，徐玉树议员，针对1200万补助本市工策会。办理中小企业补助各项经费，主张搁置，有没有复议？有没有反对？好，请蔡永芳议员。那个局长，你大约说明一下哈，因为刚刚我们徐议员讲说，那个工业区里面的所有的那些道路、那些柏油那个部分，应该是不归我们去市所管的，不是我们市府的，除了陶科之外，除了陶科以外嘛哈。那其实我们身为经发局，应该要跟这些工业区要加强联系啊。确实有损坏，因为很多市民就要上班经过什么，确实那个也要充分的去改善，好不好？好。那另外你大约说明一下，我们这个公测会它这个辅导的这个哈，它的业务量哈到底是怎么样？大约说明一下吧。好，谢谢一座哈。那我想跟一座报告一下，比如说像我们105年哈，我们105年这个到。8页为止，哈，我们办了这个30场的这个讲座的研讨会，然后总共有2248人参加。那提供给我们这个投资的资讯，哈，总共是52564家次。好，那而且呢，他也这个帮我们去做一些协访，哈，这个跟厂商呢有17次的这个拜访，以及这个协调的联系有49次。好，那我们是希望说公车会其实。它扮演的就是我们政府部门跟这个工业区之间的一个桥梁。那尤其是明年我们要这个推动所谓亚洲矽谷，其实企业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公车会可以在这个部分呢，可以跟我们更大的帮助啦，所以我们才会编了1200万。好，以上说明。哦，那个企业在桃园哈生根哈，然后把税收留在桃园是我们大家重要的目标，也提高我们就业率啦。是。那我希望说。这一个预算哈，给他过了哈，所以本席哈认为给他过，反对搁置，好不好？谢谢哈。好，反对搁置哦。那我们进行表决，请卓主任清点人数。好，请大家回到自己座位好吗？好，以自己座位为主哦。好，请徐主席。删除动议。讲好，哎，好，那我们直。
等一下哦。好，可以啊，可以啊，徐议员，我会尊重你的主张。好，好，休息五分钟。各位同仁，我们现在继续审第五十八页哦。刚刚徐淑议员，你还是主张删除哈？好，徐淑议员主张删除1200万哦，公车会经费哦。请问有没有复议？有没有反对？好，那我们请卓主任清点人数，我们做表决哦。请各议员回到自己座位哦。韩主席22位。好，那我们赞成删除的请举手。7位。好，反对删除请举手。13位。13位哦，那本批预算通过，保留发言权，请卓主任
请。好，保罗湾安全有徐其湾议员、林正峰议员、谢章文议员、陈英议员，还有陈美美议员、徐玉树议员、王婉如议员以上。好，第五十八页，请各位同仁，第五十八页有没有意见？没有。好，徐议员，我们啊，好，好，请各位议员哈，我们现在开会哦。五十八页还有没有其他意见？不。五十九页有没有意见？不。第六十页有没有意见？请黄婉如议员。十九页。五十九页哦，针对这个那个。102年经济部奖励地方政府招商绩效比例奖金哦，那这个既然是已经102年度的这个奖金，那为什么在现在，那为什么迟迟到现在还没有下来？哦，已经下来了，啊，已经下来了，已经下来了，是不是啊？你这个还是有垫付款呐、啊？为什么？因为这真的是。因为这真的是那个行之有年啦、啊、从上一届到现在，既然是奖励款的话，应该要早点发给人家，而且还你这个奖励款还经过你这奖励款还你这奖励金从102年到现在还要经过议会先垫付，才给他那个才经过。还要经过议会的垫付，这对于奖励，我想有一些工厂如果经营不善的话，我看早就没了。那主席啊，这笔预算哦，暂时搁置，请他们回去弄清楚，说清楚，讲明白。因为真的，你看102年的，现在才在预算里面出现，然后而且是在转正，是在我们的那个垫付款里面转正，也未免太久了吧？那本笔预算暂时搁置。宛如议员。59页，59页，对不起，宛如议员，刚刚59页已经敲过了，我抱歉，请他们，请我们请经发局哦，请局长哦，会后是不是？会后向议员做详细说明好不好？是，我是。哦，会后详细说明好不好？好，那等一下，那再来哈、哦，好，60页，我们现在60页，好。60页的话，第三项。也是同样的理由，这个招商评比，主席啊，那我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你时间要不要重复？好，重新。好，那那一题过了，那再来就是哦，也是同样的，102年的那个经济的那个评比的奖金，办理招商说明会。对，102年为什么一直会到现在才下来？一直我跟您报告一下哈。我们102年的那个招商奖金是4000万，他已经拨给我们。那我们有一些计划是在当年度的时候，因为有临时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就是先用招商奖金来执行。那钱花了吗？已经花了。花在哪里？那预算还没通过，你可以花，是不是？啊？我们是垫，这个是垫付款，就是我们先用招商奖金先执行这个计划，然后再垫付这样子。这没有垫付函呐、啊，那个主席啊，这笔预算在。哎，那黄婉如议员主张哦，325万哦，经济部奖励地方那个政府招商评比奖励金哦搁置哦，有没有复议？有没有反对？没有、哦，那搁置，本笔预算搁置哦，那。60页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好，请杨朝伟议员。那个局长，请问一下，我们桃园市政府进行招商啊，是希望厂商来我们桃园市嘛？哈，是。我想请问一下，你针对的厂商招商的部分是有定定是在哪个区块吗？是针对工业区而已吗？没有没有，我们其实跟议座报告哈，我们其实招商的对象就是企业嘛。那企业有什么需求？比如说他是用地需求，我们就是帮他寻地。那我请问一下，那这招商的
照单的范围有没有涵盖航空城啊？有没有？这个部分没有。航空城归航空城的。对，因为航空城基本上现在还没有实地的土地，因为它土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招商，因为它土地还没有取得嘛，土地还没有取得状况，它没办法招商嘛。是。那现在我们一直质疑说，那个航空城公司它的业务啊，就是招商跟行销而已嘛。那我是认为说，你们会不会重叠在一起？目前的这个业务上面是没有重叠的，没有重叠在一起。那因为他们现在没有业务嘛，是不是？是这意思？不是，因为他们的范围就是在航空城。好了，我想我们是说，既然招商是希望这些产业能够到我们桃园来，当然我想增加就业机会，我们是非常支持的。但是你们业务量不要重叠啦，是不要重叠，不要重复啦。目前是没有的，目前是没有重叠。好不好？谢谢，好，我知道，谢谢。好，谢谢杨朝伟议员哦，请林正峰议员。你编了这么多预算，都是104年今年才来转正的。104年七月就同意的，为什么到105年不能核销？你很多是104年的公，102年公文，104年的公文呢、啊？啊，104年七月31号，像那400万那个，104年七月31号，经济部就公文下来了，为什么你105年不能转正？啊，对啊，106年。你解释啊？是，这个是104年的招商奖金嘛？那我们把它，先行就是要先行垫付，然后支用之后，今年才能转正。那因为经济部本来核下的时间就是比较晚的，就是你104年的公文嘛，才104年的七月嘛，你105年你可以编预算嘛？你编预算几月几要截止的？你七月应该来得及编105年预算呢、啊？一部分使用104年的，一部分使用105年。公文是104年的啊。是是是，所以这里面有一部分是104年，一部分是105年。副局长，副局长，请教一下，你们现在很多公文都这样，104年的，在你们编预算截止以前就公文下了，你们当年不核销，要转到今年才来核销，104、105可以办核销，你不办，啊，那开完以后，我看不到销，你不叫我改信嘛？啊，这摆诡异啊，我拢免看伊的销，看不到啊，你开起来。有不？很多这样的案呢。我就是你解释一下。是这个我跟易座跟议会跟大家报告哈，就是说奖励金的部分比较特别，奖励金就是说它并没有要求在当年度全部用完，所以经发局以往的做法，它会按照它真正有需求提的计划，它会透过垫付或透过透列预算的方式来办理，也就是说。102核定的奖金，它不必，它可能会分好多年才会把它用完。它是依照有需要，它提计划才来支用。很多是年度问题啦，跟你讲啦，对不对？你说在104年那个9月、10月，你预算编好了来不及，问我接受嘛？你7月的事情怎么会缓到现在呢？你找议员找茬嘛？是跟易座报，它因为是奖励金的性质比较特殊，所以跟一般的比较不一样。奖励金可以，我今年才发也可以啊，不要垫付啊，奖金嘛，对不对？对，所以它有的是今年106有真正有计划，它才透列106的预算。以后奖金的部分哦，不隔年转正就不要花，106年再花，看他要不要办，对不对？奖金可以存下来再花嘛，你先垫付给他，他晚2年才核销，你看。你注意一下子啊，太多这个案了，我们一眼都看不懂预算呢。好，谢谢啊。针对60页预算，我们请谢章文议员。易座长，关于60页的这个第一项哈，450万哈，一样是奖励金的这个部分哈。那个主计处长，请你再说明清楚一点。你刚刚讲说预算书里面编列的这个奖励金。没有规定要当年度使用完毕，你刚刚是不是这样讲的？我再说明一次，我刚刚讲的不够清楚，就是说经济部核定这一笔奖励金以后，它会整笔拨到我们市库，但是拨进来以后，要真正有支用的计划，它有具体的支用的计划以后，再透过垫付的程序，或者透过预算的程序，透过垫付的程序，对不对？好，那那个主计处长。请你说明一下，这450万有没有垫付的程序？这个是明年，这还没执行，这明年才要执行。这个就是他预计106才要执行的。不是你有没有垫付的这个程序嘛？
你一百零四年的这个奖励金，你是一百零四年跟那个中央申请这个奖励金，经济部申请奖励金是吗？对，这一百零四年的奖励金呢？是啊。那你为什么不放到一百零五年度里面呢？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你刚刚讲说，奖励金没有规定一定要在年度内使用完毕嘛？可是你一百零四年就已经申请到了，那你为什么不在一百零五年度的时候呢去使用？还是说你一百零五年度根本没有所谓的这个奖励金的这个使用，所以呢你放在一百零零六年度，是这样的意思吗？对，这一那你刚刚讲说要透过这个垫付款的这个方式，如果透过垫付款的这个方式，你又没有议会的这个垫付文呢、啊？那我现在请问你，这个四百五十万跟第二项的这个七百五十万，你这钱到底用了没有？还没有。跟议座报告，这个我说明一下好不好？就是这笔预算就是在我们奖金里面有四百五十万，那我们还有剩四百五十万，所以我们明年要执行这个招商的。什么还剩下四百五十万？等于说招商奖金我们其实有四千万嘛，那其实每年用的额度是不一样的。那好，那局长，那你这样讲的话就越讲越离谱了。中央给你四千万的这个奖励金，对不对？如果补助你的话，你当年度没有使用完毕，然后你是用这个分割式分段式的，然后把它编入预算里面，那这样对吗？那如果你这四千万这个奖励金，当初我们在审议给你通过的时候，你当年度你没有执行完毕，那换句话讲，这所有的这个余额是不是应该缴回这个县库或者是市库里面？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的话，你用分段式的呈现在这个预算书里面，这符合预算法的这个规定吗？跟议座报告，这笔钱一直都在市库。我跟你讲啊，那个主席啊，针对这个六十页的这个四百五十万的这个部分哈，那我是主张这个搁置了哈。同样的，第二项七百五十万搁置了哈。那你逐项的那个征询。那针对我们谢章文议员提出来的搁置哦。我们逐条处理哦，四百五十万，一百零四年经济部奖励地方招商评比奖励金哦，主张搁置哦，大家有没有复议？有没有反对？好，请黄副书香议员，局长是，我想你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奖励金呐、啊，在一百零四年我们经济部核准核定给我们市政府啊，哈、哦。那你们是一百零四年，是不是在一百零五年，我们做不做？我们有机会做，还是说我们要看时间的时辰？那我们保留，而且我们要做这个，也要经过我们上级长官的一个考核嘛，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要核定？是不是你要讲清楚啊？那主计处长你也讲不清楚啊？哎，财政。局长，你了解吗？那么我们本府哈经济发展局哈，在这个招商评比的时候呢，这几年来的成绩都很好，所以每年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考核的奖金，都有几千万的奖金啊。那么依照中央它的这个补助的标准哈，这个奖金留下来呢，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实际上的需要，按照时程去编列预算去执行。那我们呢，在这一百零二年开始，那个时候拿到的奖金呢，因为他不会在这几年内马上把它消化掉，所以呢，他们就留着，我们都有专门做账，他的钱都已经入到市库了。那么入到市库，他专门做账，他就哪一年得的奖金多少，哪一年得的奖金，我们都有做账。然后呢，就他好，他哪一个计划必须要做的时候，就从他的这个一百零二年度的奖金里头去执行。那因为有时间上面的，他有急迫性，所以呢，他可以办理垫付。那一百零四年度的，他还有那些奖金在。那么因为他现在一百零六年度要执行了，所以他就今天他就透过预算来做这样子的编列，那个就没有垫付的问题。那如果在有事实上在一百零四或一百零五，他需要垫付的时候，他就先办理垫付。那垫付的自然这里也必须要办理转正，是这样子的情形。是的，所以朱局长，这一个经济部给你们的这个奖励金，是等于是一个专案的一个。是那你们分段来处理啊，剩下余款保留，等到你有案子要执行才会去动用这样子的款项。对，我们就执行跟招商有关的，才跟招商有关的案子才可以执行嘛，对不对？所以你们会保留啊，等到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用。你要跟我们所有的在座议员说明清楚啊，请我们议员来支持啊。
因为这是上面给的钱啊，这只是转正啊。好，那我们现在处理我们谢张文议员450万的搁置案哦。哎，有没有复议？有没有反对？没有，搁置。下一笔750万办理国内招商说明会企业联系会议，评比之经费哦，主张搁置，有没有复议？会议询问，好，请范刚祥议员。事实上哈，我觉得哈，这个我们的国民党议员所提出的这个意见是值得去好好审酌的。那么有关垫付的这个争议，假如我们每一次在有关涉及垫付的这个时候都重新审视，事实上在我们整个审查预算上效率是不好的。所以呢，我经过我去查了一些相关法令之后，我想请求我们这个议会对这些事情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一定的规则。因为按照我们的所谓的相关预算执行的这个办法，详细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不过各位可以在网络上查得到，这是行政院所颁布的。我们垫付的款项，假如说来不及，因为你这个同意垫付的时间点8月15号之后，你可能必须要采取在次年度用追加预算的方式，或者再次年度进行账务的转正。这两种方法在我们的办法里面都是许可的，这两者是可以做选择的，并没有违法的问题。所以昨天有部分议员所讲的，以及今天报纸所报道的这个部分，跟事实跟法令是并不符合的。那么我们今天要想我们如何去有效的去审查一个预算，而不是所有有关这个垫付的时间点都一再的争执的话，我们就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过去是如何审查预算的，这是可以找得到的。我们是不是以前就习惯说在8月15号来不及纳入次年度预算的这些所谓的垫付款，以前的惯例是有追加预算吗？还是以前采取了在我们的办法里面所容许的第二种，再次年度然后才把它账务转正？假如我们以前已经有这样的行政惯例，也有这样的审查惯例，我认为这样的行政惯例以及审查的惯例已经形成了确定的法的拘束力。我们这个议会虽然我们是新的议会，可是我们不应该任意去改变它，否则昨非而今是，还是昨是而今非呢？我们议会毕竟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宪法上的机关，假如我们行使权力是如此的恣意的话，我们要如何说服我们的人民？所以就相关的案子，我尊重我们国民党议员所为这个搁置的这个动议，可是我认为正本清源的做法应该是要去详查我们过去是如何处理这些垫付款的这个案子是怎么样处理的。我希望副市长在今天尽速的时间之内把这些状况把它查明，然后向所有的议员来说明。我不希望我们的一个议会是这么没有效率的一个议会。过去是怎么做，我们既然是管理办法里面所容许的选择之一，那么我们就应该循旧例来去做。我特别做出这个会议声明，因为我没有办法容忍我们的议会被我们的人民认为是一个没有效率的议会，我没有办法容忍一个议会变成一个。好，谢谢哦。那我们针对750万的搁置案件，有没有还有没有反对意见？请谢张文议员。好，那个主席，那个审查预算哈有没有效率哈，跟议员哈提出的这个意见哈，不一定有这个因果的这个关系哈。这个我回应一下范刚祥议员刚讲的哈。那这个是我担任30年民意代表以来，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这个预算书里面哈，有类似这样的，就是跨年度的这个预算哈。那么事实上也交代的不清楚。其实严格讲起来，我们财主单位哦，其实就是失职，没有督促各个单位。你在该办追加预算的时候，你就应该办追加预算啊。你今年你就是少了一个程序去办追加预算，所以才会衍生你今年。我们在审查106年度预算的时候，造成了这么多的困扰嘛？那个主计处长是不是这样子？你今天有办追加预算吗？我们有查过，就是从
1992年开始，我们这边是都没有办过最佳减预算。不是，你以前的时候，你这个状况就没有这么严重啊。你现在所有比较大笔的，然后有争议的这个预算，你全部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是用垫付款的这个方式啊。你用垫付款的这个方式，其实那个如果程度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规避议会的这个监督跟审查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想哈，你今天哈，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争议？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边。我希望从明年开始啊，我们的这个预算呢，不要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呈现了，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也造成大家很多的这个困扰啊。你像刚才黄汝如黄议员提出来的那个，前一页的提出来的那个325万的这个部分，对不对？你提用那个垫付款这个方式，你事实上这个钱已经花掉了嘛，对不对？是我们可以把过去的资料整理提供给。那你花掉了之后，你放在这个预算书里面，你叫我们去当橡皮筋当吗？我们把过去的一些做法提供会诊给议会来参考。拜托一下了，好不好？好，那针对750万的搁置案件，有没有反对意见？搁置。针对60页还没有其他意见，请陈丽丽议员。我针对这个293这一项哦，我刚看了一下哦，你这个整面哦，跟这个经济部104年这个公文啊，最后三个号码是310号函都有关系哦。这个关系里面呢，有的呢是在这个奖励金支应其中的多少，像750万支应其中550万，在呢在这个倒数这个400万这边呢是。也是跟这个奖励金有关系，然后呢是同意垫付，然后我讲的这个293这国外旅费这个呢也没有同意垫付啊，也没有从里面支应多少钱，那这个是用104年的这个奖励金来。好，我先请问一下我们局长，是104年的奖励金一共多少？4000万。好，4000万。那然后呢你这个你让你编这个预算是100多万的这个预算要去这个什么亚太地区啊办活动跟观摩，也是从这奖励金里面出，还是说配合？奖励金里面的，从奖励金里面是这是奖励金。那你就可以比照上面这样写啊，奖励金支应其中的100多万，你要这样写啊。那你再看隔夜这边也是到欧办理欧美地区这个也是100多万，你也不写这个从里面支应130多万，你都不写。那我们的议员在审政预算的时候，当然会觉得很奇怪，你奖励金没用完没关系，可是你不妨针对这个310号函有4000多万，你104年用多少？105年用多少？106年你预备用多少？你叫我们议员一看就清楚了。这个资料我们再来提供。今天会提出这个质疑哦，也不要怪我们议员，我不相信说其他的议员没有这样的一个不懂的这样看不清楚这到底在写什么东西哦。所以针对这个110129这个100多万的这个国外旅游的费用，这个我也希望你们提供这个说明，好不好？那我只主张这个先暂时搁置了，动议搁置。陈丽丽议员哦，主张搁置109192万104年经济部奖励地方政府招商评比奖励金哦，有没有复议？有没有反对意见？没有。搁置。针对第60页还有没有其他意见？请林正峰议员。请那个财政局长。4000万背在哪一年的税入？他是并到决算里头去处理的，因为他当时核下。你没有背税入吗？哦，他是在决算。在哪一年的决算呢？他奖金核了之后，他就会把当年度就拨下来。那局长，我跟你讲，有你们预算怎么结算怎么编，我就被搞迷糊了，知道吗？我们再给议员。你预算的编内，今年预算编多少？收入是编多少？当年你怎么是巧啊？巧别出来呢？而且事情蛮坑坑都可以，你有背当年的那个收入吗？税入吗？啊，请问张姓没？那客家事务局哎，哦，有一个400万是104年的，你今年垫付，啊，今年又有600万，你们没有拿出预算，你们结算怎么做啊？对啊，你这4000万背哪一年的税入嘛？对不对？
你现在预算里面全部在里面，今年全部省4000万的支出哦，然后就四千万的哦，对不对？我看这预算编列有问题了。不是，因为哈，他的这个奖励金哈，他的经济部他所的条件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依照他这三年拿到的奖金，我们都是他缴进来的当年度就并入决算来做处理，所以呢，我们会变成是说，其实是事故就是欠他们的钱在那个地方，所以等到那个的时候，他才去编这个预算。我看看他104有没有编？那105年为什么不编呢？106应该。好了，你给我一个那个说明书出来了。好，请问局长哦、喔，是，你在那个325万里面。有102年的奖金呢，对，因为102年的那个奖金还没有用完，那105年为什么不用？今年才可以用，因为我们是依照那个计划的性质啊，这个不是说你现在才花102年奖金的，今年已经105年了呢。对啊，就是102年的招商奖金还有剩，所以我们才有剩就可以补花是吧？还没有剩就不用花了是不是？你们奖金怎么合？那核算的，如果这40万没有下来，就102年这个奖金就不用花了，450万不要花了。102年也有招商奖金，102年招商奖金多少钱？这个预算这样讲，报告一座，报告一座，102年有3000万。那我们的招商奖金是中央拨下来之后，我只要没有用完，我是可以逐年把它用完，可是我也不能乱用，就是你把102年3000万的就是明细给我们看。好，这个我们来准备好资料给一座。我看这320万还是搁置啊，还有下面的400万全部搁置了。325万已经搁置啊。啊，400万下面的400万一样的了，我们都看不清楚了。阿卢在全部讨论。好，林正峰议员主张400万哦，104年经济部奖励地方招商评比奖金搁置，有没有复议？有没有反对意见？好，请游河议员。主席，谢谢哈，那个局长哈。是，一直好。你们的说明哦，真的要加强一点。那刚才我们的财政局局长哦，讲得很明确的哈，这是你们的绩效，你们做得好，我们才有奖金嘛。这是中央所给我们的奖金，那这些奖金你们可以做于分段式的来运用，哦。那我希望说，你们在你们自己本身的业务，你要充分的去说明嘛。你看这页，光是你们被搁置的几条。对业务这么不用心，哦，我希望说你们呢，再给你一次机会说明好不好？这一条，我想这个是这样子哈，因为经济部他每年办这个招商评比的时候，他都这个会针对比较好的这个县市表现的县市呢，他会给予奖金。那这个奖金我们当然就是会逐年啊，依照我们的这个招商的政策跟招商的需求。我们去编列相关的预算来执行相关的计划，并不是说当年度这给我们3000万我们就要花完，好是这个样子。好，所以为什么会看到说102年还有招商奖金在104年、105年来使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我跟你讲，现在哈，你们的说明我们都听得很清楚了哈。现在我们审这一页的预算了哈，我们跟他看最重要的终结点就是说，你们都是跨年度的，哦。那有垫付案的有垫付公文，没有垫付案没有，有的没有垫付公文哈。没有垫付。那刚才我们范刚祥议员所提的，我们希望副市长，我们市府重视这个问题，对相关法令提出做一个解释，好不好？就把说明给各位议员好，把针对这个部分跟各位做说明，好不好？在11点到这个11点就可以发。对，你该怎么程序，你们怎么做？好不好？我们做一个比较完整，照程序来做嘛，依法依据来做嘛。包括税出的处理的部分，我们会做个说明，我们用个书面说明好了。好，谢谢游河议员哦。那针对400万预算的搁置，还有没有有没有反对意见？没有。好，你反对哦，游河议员反对哦。那进。那我好，游河议员是不是收回反对？好，那本笔预算搁置。针对60页，还有没有其他意见？60页已经全部搁置了嘞。好，那个60页有意见，黄婉如议员。
六十一页是不是？六十页。六十页全部搁置，我就没有意见了。那我的感觉就是哦，我们这个经发局的这个钱多多啊，真的连一百零，综合看起来连104年的这个奖励金都没得地方用啊。所以等一下，对于这个包一座，我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并不是说，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地方用，是我们要用在招商的这个计划。要不然就是你们对于业务哦，根本进行的不是很彻底，然后再从劳保箱里面把这个经费再拿出来预算来配合审查。我不知道你们这样子的做法，既然是中央的奖励金，中央的那个。给我们的那个奖励金哦，是不是中央也能配合我们这几年分这么多段的这个核销啊？是不是？他奖金就一次就拨给我们了，是我们逐年来使用，会不会被收回？不会，不会，不会。它是一个奖励金，所以是已经给我们了，已经在我们市库里面。就让我们慢慢的用，慢慢的用。102年的，我们是用在招商方面，我们是用在招商方面的，是不是？我们是用在该用的地方，那我们也很省着用。我问你，哪一条预算不是用在该用的地方？用在不是用在，因为这是招商奖金，通通都要进去。跟一做报告，因为这是招商奖金，所以我们会用在跟招商有关的这个业务上面。没有啊，你们前面还有什么？那个什么摆摊位啊，什么那个买那个纸啊、笔啊，那些也通通算在内啊，是不是？那个主席啊，这个104年这个奖励金哦，130几万，哪一笔啊？第一笔13。我现在是六十页还没那个哎，我现在针对六十页，那就是最后面那个104年。的最后一个办理亚太地区招商活动，109192万已经成立立议员主张搁置通过了。好，那等于是刚已经主张通过了，对，那我们就进行61页喽。我现在针对60页还有没有其他意见？61页有没有意见？有，请黄婉如议员。同样的问题啊，就是那个104年度经济部奖励政府，地方政府招商的这个130几万的这个奖励金，一样搁置。好，黄婉如议员主张130万9550元，104年经济部奖励地方招商评比奖励金搁置，有没有复议？有没有反对意见？搁置。针对61页，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请鲁明哲议员。谢谢主席啊，我想局长刚刚大家在讨论这个哈，讨论非常久了。那我想副市长跟主席在这边啊，这问题其实比较严重了哈。那往年的惯例啊，虽然没有你们没有办追加减预算，但因为往年我们在县政府的时候，那时候只有500-600亿，最终的时候准直辖市也只有700-800亿。然后那时候需要垫付的一次量没有这么大，那为了几个案子去做一个追加点预算，我当然觉得不符合开会经济效益嘛。可是你光一个局啊，50-60个垫付的案，再加上其他的局，如果有几百个，我觉得第一个已经符合规模经济了，你可以考虑，不要这样的。我们在那边给议员这样的一个争议，现在1000多亿了，跟以前不太一样。第二个哈。我想问一下副长，局长请教一下，那你今年因为每一年都6-7月评比嘛，那我想说你104年，你现在105年，目前收到我们大概今年105年的奖励金是多少？今年没有奖励金。好，问题出现，那你凭什么用这个奖励金去旅游啊？逻辑问题，前人得的奖励金，我的逻辑非常简单，大家议员都很激动，就是说给你们奖励金为什么不能用？但我认为不是给你的，我认为不是给你的。到局长你刚上任，你的团队用102年人家干出来的招商奖励金，那么我要问你这个团队，因为我想一般招商奖励金大概都是前一年有一个整年度的评估，它并不是7月给你上个月，招商一定要期间嘛。你这个期间的奖励金，在你这个过去的一年招商并不亮丽，所以你今年没得到奖励金，这很简单逻辑推。那你在用
前朝一百零四年，也许和一百零三年下半年到一百零四年的，你再用前前朝一百零二年，我说实在的，你有脸讲哦？当然跟你无关了，我是没有脸听了。第二个，我想主席，如果一百零二年那笔三千万，一百他那个当时你税入有进，税入有没有进去？已经进了决算。对，你税入都已经进去了。那你对不起，你税务用进去的话，表示他现在要用新的预算，表示他不是用他当时那个三千万，在预算上面逻辑这样不对，就表示你当年如果已经进那个税务大水库了，你没用，那就表示被其他的工程用掉了，那这样是我觉得这样逻辑有问题，所以你要在当年年底的时候，你提一个完整的计划，三千万，你要把计划先提出来，你做一个相对应的保留，那个钱就在，你不能说。我有一个账挂在那里，其实那个账已经被其他项用掉了。我们会专账来管理。所以那你当然你要保留，你当然要提出计划啊，你就不能是新计划、啊。你不是我今年要去伦敦的、啊，刚想到。再来，我想建议议会啦，现在很多争议啊，我们授权垫付，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监督的权利、知的权利。拜托一下，我们议会如果签垫付款，要公文付之议员。好，谢谢。针对六十一页，还有没有其他意见？请黄婉如议员。那个议长垫付的议长批的垫付，我们是绝对的尊重。但是我是觉得你们那个经发局哦，是有一点落漆啦。落漆台湾话怎么讲？局长是怎么讲？怎么讲？落漆啊。落漆台湾话怎么讲？那差了哈。你看，一百零二年的奖励金，虽然这个只有三万块哦，一百零二年奖的那个经济部的奖励金，对不对？你们不把它编入预算，一百零二、一百零三、四五六，对不对？这几年都不编入预算，然后就拿这三万块拿去请议长去垫付，这不是有点太拖期了吗？是不是？如果你们急的话，应该在这几年当中早就做一个适当的这个处理，编入预算，对不对？这你们等于是让议长左右为难嘛，是不是？然后另外哦，下一笔也是一样，也是一百零二年核定的，对不对？也是一百零二，也是一百零二年经济部核定的这个奖励金的部分，你们也动都不动。然后到一百零四年的时候再请议长垫付，是不是？你们是把议长当作提款机，是不是？把议长的这个权限当作提款机，是不是？啊，不用经过这个法定程序。那个主计处，请问哦，这个垫付款的这个定义何在？垫付款就是说未及纳入预算，但是当年度必须执行的，那请求先行垫付，那在未来透过年度预算来转正。好，那你从一百零二年就拨入的这个奖金，对不对？一百零三年来不及的话，一百零四年，对不对？一百零五年的预算都可以编。都可以拨入预算呐、啊，都可以编入预算呐、啊，对不对？为什么等到你们要需要啊？我需要更可笑的是啊，我要买一个电脑设备的时候，拿去给议长那个垫付，是不是让议长左右为难呢、啊？这不是很可笑的预算吗？这个主要是因为他是那个，我希望啊，这个我们财政局啊，下次编预算的时候，针对我们经发局呀、啊，有这种这么多的这个补助款、奖励金没有用掉，对不对？希望不要排挤，希望能够做个适当的调整，不要排挤到其他的单位的预算的编列，可以吗？对于他，你看他一百零二年的奖金
奖励金一堆，对不对？一百零四年的奖励金一堆，我们都是站在关键的这门正面的主。好，我们先处理哦。黄婉如议员主张三万元，一百零二年经济部奖励地方招商奖励金搁置，有没有复议？针对0319下面的第四笔三万元，一百零二年的经济部，一百零二年那笔，好。没有，一百零二年经济部奖励金那一笔哈，哎，搁置，有没有复议？有没有反对？搁置。针对黄婉如议员主张42万，一百零二年经济部地方招商奖励金搁置，有没有复议？有没有反对？搁置。针对61页，有没有其他意见？好，请蔡永芳议员。那个主计处长，你刚刚讲的不清不楚啊，没有，你刚后面要说什么？说清楚一点吧。就是说这笔奖金是一次进到我们的市库，哦，作为我们的决算的一个税入，但是在支用的时候呢，就是它必须要有具体的计划，哦，才来支用。那支用的时候，如果是当年度要支用的，那来不及纳入预算，他就会走垫付的方式。那如果说像他今天有的编的是他预计106才要执行，他就会纳入106的预算。哦，等于说他给的奖金没有规定你说当年度一定要花完。没有，哦，这个好像跟我在当那个家长会会长一样嘛，我想收一挂迄个募款回来了，咱嘛无可能讲规都先用掉嘛。那么是讲哇，看主要用的啥，咱再来开嘛，对不对？是，把计划弄好再来做。他这个奖励金的用途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进到我们市库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进来之后，我们就进到市库里面去，然后我们有这个科目在，有这个项目在，以后要用的时候再从里面专项去把它提领出来，对的，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对，要有具体的支用的计划。具体的支用啊，对的。所以讲清楚一点嘛，要不然你这样造成误会啊，好像陷我们议长为不仁不义哎，好不好？好，是，好了，谢谢你哈，讲好，谢谢蔡永芳议员。针对61页，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好，请林正峰议员。真的讲，请最后的副市长跟那个人事那实际处长哦，你们编奖金哦，我真的看得心里很痛。你现在编102年奖金，请问现在职员跟102位职员有没有一样？人事已灰了，你要给谁？像王副局长现在不在了，不在局里面，他可以领到奖金吗？你103人编，他可以领到啊，对不对？所以你们编预算的好好去看一下子，你们现在员工跟102人有没有全部一样？至少一半不一样，跟你讲。你现在怎么颁奖金给102人呢？胡搞乱搞嘛！你是管爱美丽啊，对不？钱由村头来编编分分给大家。啊！看他做完鬼，你也无着，即摆来无做，你也一百块二年的奖金。你们自己想一想，对吗？对得起百姓吗？你讲议员爱美人啦，真做啊伤过分啦。我想跟议员报告，我们现在处理不是给个人奖金，我们是这做整做计划，针对那个招商需要的部分相关的设备啊等等的方式去处理或相关业务。102年的呢？对啊，是这样处理啊。100年的招商计划的人奖金。是给我们委托单位，还是给我们员工？不是给员工个人，我们是在执行计划或机关共同来使用，或招商需要的时候做计划来处理。那102年怎么会补呢？不是给不是啦，你们编这个预算我们真的看不懂，这都是你真的讲，不然按你编法的啦，对不对？你招商计划奖金，员工奖金嘛，列清楚一点嘛，对不对？奖金呐，那有些预算要预长垫付，那有的不要预长垫付，那些下一页的500万预长垫付。只在你们胡搞乱搞，在那讲哎，下一页再讨论，好，谢谢。好，针对61页哦，请黄婉如议员。主席啊，我想我再讲，还是讲
102年7月26日的那个的那个内政那个经济部的那个函哦，那有关于102年7月26日102204 21460的这个函的预算，整笔预算全部搁置，有跟这个函有关系的预算，不然的话这样一直讨论讲来讲去，还是讲到同样的问题嘛。那黄婉如议员，那你61页这个函只有就3万跟42万啊，已经都搁置啦，搁置都通过啦，还有意见吗？没有啊，61页没有啦。好，然后还有哦，针对这个104年那个7月31号的这个函也一起搁置。有啊，最后一笔啊，对不对？那针对那主笔好不好？黄婉如议员主张哦，针对好，请范刚祥议员。不是啊，我在这个地方哈，我是赞成这个黄婉如议员的这个提案，因为哈，我们重复去做搁置，这是在浪费时间而已嘛。事实上，我们搁置完之后，你到二读的时候也是一次的去讨论，一次的看是要恢复还是怎么样嘛，对不对？所以哈，那个请秘书长，你做一下这个。确认哈，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预算是逐笔去删或逐笔去讨论，这是因为明确性的原则嘛。那么，可是在我的见解来讲，假如你有清楚的指出日期以及函号，那么这一个日期跟函号所公文所涉及的相关的款项，应该是可得确定嘛。所以我认为说，按照这个可得确定的这个标的来去进行一次性的通案的处理，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哦，一般说这我们后面搁置。后面还很多了，我刚刚看一下，后面还很多了，好不好？请确认一下这样的审查原则是不是可以接受？好，那黄婉如议员，请问你是不是主张104年7月31号这个函文所有的预算都搁置？不是，议事组，你过来拿这几个函号好不好？你过去派个人过来。不是啊，你。我跟你讲啊，没有这样。各位议员同仁，我们针对单页同比预算一起处理，好不好？好，针对61页哦，104年7月31号这函文的搁置案有三万有两笔，还有10万一笔，这三笔搁置有没有复议？有没有反对？好，那61页这三笔，对，我知道，但是我们针对每一页的这个文一起搁置，好不好？好，请卓主任。好，以下是这个三个文的文号是：第一，经济部102年7月26日。经受公字第10220421460，第二，一样是经济部104年7月31日，经受公字第10420419310，第三，一样经济部104年7月31号，经受公字第10400630140，以上三个文号。好，六十一页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好，我们针对104年7月31号10420419310号，还有104年102年7月26日。10220421460，还有104年的7月31日，104204。9310，
三笔文号全部搁置，有没有复印？有没有反对意见？没有。不。六十一页还有没有其他？黄婉如议员，六十一页。这笔预算已经搁置了，但是本席哦要在这里重申搁置这个预算的精神。你一百零二年度，你一百零二年度中央给你的奖励金你都不用，然后也不经过合法的这个的那个预算的编列的程序来处理，然后等到一百零四年的时候，你再强迫议长去垫付，对不对？你根本哦，整个经发局就是杂乱无章嘛。你把这个滥用我们议长的这个垫付权呐、啊，是不是？所以显然你们的预算太多了。显然你们对这些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根本没有好好的去计划，好好的去使用，然后一百零四年的这个奖金也是一样，你们可以循着正当的管道，对不对？你们可以去年就可以编入预算了，而不是哦在今年，而不是在今年再来透过预算，而透过今年的预算来慢慢的使用。所以显然呐、啊，经发局的预算太多了，多到一百零二年的这个奖励金呐、啊，还放在那里都没有办法，都没有使用。那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们的工作效率在哪里？是不是经费多到用不完呐、啊？我相信不是经费用到做不完，是你们的工作态度相当的怠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计划，推诿，然后实际你看，连一个电脑三万块的电脑，一百零二年的预算也要拿来请议长垫付，哎，你们这应该是在计划内的嘛，是不是？是不是很可笑？啊，我跟你讲，前面还有一个900万让。不小心让你们过了啦，我希望啊你们回去能够针对这些搁置案做一个很好，做一个能够让议会能够幸福的相信的过的一个规划，也不希望以后你们财大气粗对于这些的天上掉下来的这个礼物，这些的那个奖励金能够任由你们想到哪里花到哪里，希望我们主祭司能够严格把关啊！你不觉得这种预算的消耗的那个处理是很可笑吗？啊，我们也要感谢一百零二年度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吴县长任内的那个局长，一直到这。好，针对六十一页还有没有其他意见？不，六十二页哦，六十二页的十万，一百零二年那个14600的文号十万跟500万哦已搁置，其他有没有意见？没有。陈美梅议员，谢谢主席哈。有关于哈0417哈，这个400万哈，对桃园市奖励民间投资的哈。有今年度的这些相关的就是申请的厂商吗？有来申请，今年的有申请，可是那个没有，就是没有通过了。那这个是等于说我们有编列，可是不一定会用得到。就是他如果通过我们的这个奖励办法的相关规定的话，他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奖励。所以今年有申请的厂商是没有通过。报告议座。我们今年有两家来申请，那目前有一家呢，他的那个房屋税的部分，我们有核准他100万的补助，那另外一家有8万多块钱的，目前还在审查当中，所以目前今年确定核发出去是100万。好，以上报告。因为我们有这笔奖金哈，就是要奖励哈，
一些好有两厂商来我们桃园投资嘛，那我们现在哈又对于这个亚洲矽谷的部分呢、啊、哈你们也有一些相关的执行啊，我是希望说这个奖金哈能够更有效哈来使用。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陈美梅议员哈，我们针对62页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过。好，接下来是公用事业工作。预算金额4,650,900元，页次63页到83页，总共有21页，从63页开始审查。好，针对63页有没有意见？不。64页有没有意见？不。65页有没有意见？对啊，我们刚已经念过啦。不是啊，不是，这一颗不是奖励金的哎，也要搁置吗？针对第64页哦，针对第64页100，这个是能源局给的，不同，不是经济这个。我们请局长说明好不好？请局长说明。OK， 刚才那个是经济部的而已，那这个是经济部能源局。没有啊，能源局的有吗？是，前面那个是经受公制的，那后面那两个文号是议员没有写的。能源制啊，后面是能源制。前面第一笔。这个102年7月26日是经受公制第102/204/21460，那接下来那两笔是有议员有写文号，没有写这个是哪一个？对，我们请局长说明一下好不好？因为我看你这里面还有这个是员工的薪资，也要搁置嘛？你说明一下吧。来，我说明一下，那个，刚刚在这个第65页的这个第一项53万8800元这个，文号是经济部能源局的104年7月31日的能油字第104/0063/01/40号函，那这个跟这各位议员报告，因为能源局它核定计划的时候是一次核定3年。好，所以104年的时候，他会核定105年、106年、107年。好，他会一次核定3年的计划。那但是我们会依照年度的部分来分别来列经费，提这个预算到议会来审议。那这都是收支对列的中央款来做一个补助，做上的一个报告。好，黄婉如议员还有其他意见？因为这个文号不一样。哦，没有哈。好，针对。请林正峰议员。讲清楚了，这文号不一样，这文号里面总预算是多少？刚才那笔4000万嘛，这笔几千万？你讲出来啊。这个文号的部分只有核定483,000元，这个是那个能源局补助的这个石油基金里面的这个预算。它不是奖金啊，它是补助。这个不是奖励金哎、欸。
你背很多笔啊，不是这些笔而已啊。后面还有啊，140这边一笔啊，那个64页第一笔也是啊。那个已经过了。只有480万而已吗？对，那个人员局补助的部分只有480万，但是它里面有薪资、有这个作业费等等。那你这里面总加起来480万而已吗？对，就那里面的你写的哦，有没有四款在里面？有没有市政府的款项在里面？刚刚讲的这个能源局补助的部分没有市府的钱，都是中央款。你是不是算一下，你有附带这笔那个能油字第104006301040含的总共480万而已吗？对，480万3000元。没有错、哦。对，没有错。你要解释清楚，这笔总共多少钱，放在哪个项目里面，对不对？我们又不天才。好，那65页还有其他问题吗？那个65啊，65没有。好，谢谢张文议员。好，那个谢谢啊，谢谢主席哈。那局长，你刚刚科长讲就是说，针对经济部能源局补助我们经发局的这个预算，对不对？ 是一次核准3年嘛？ 是这样吗？对。那是3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104年核定的时候，他会105、106、107三年，连续3年嘛？对，是。所以就是核定105年、106年、107年，对，是这样的意思吗？是。好，那我就建议你们哈，你为什么大家会看不清楚的这个原因，就是如果我们不会，我们根本不知道经济部能源局连续核拨3年要补助我们经发局来做相关业务的这个推广嘛，对不对？那所以呢，你在预算书的这个说明栏里面，你应该去注明，就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连续3年经济部那个能源局呢，那核拨给我们这个预算嘛。你如果把这个加进去的话，是不是就一目了然？那明年就是后年在审查我们这个相关预算的时候，是不是就不会造成同样的这个困扰存在？那换句话讲，今天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第一个，你们的说明栏里面不清不楚，所以才造成很多的这个不必要的一个误会，跟审查预算时间的一个延宕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你要不要做修正？你相关文号的预算，你要不要做修正？就经济部能源局那个连续核补3年还是怎么样？文字上面，这个文字我们回去再把它表达清楚一点。不是回去，你现在就要做修正啊。然后那个说明栏里面做修正啊，应该可以啊，说明栏。好，请李林小凤议员。谢谢主席啊，因为啊，这个经发局啊，从早上啊到现在啊，针对这个104年的这些很多的一些预算啊，我想很多议员啊都有一些疑惑了啊。那我本席是动议啊，先休息啦。然后让这个请这个经发局啊，跟相关的科室啊，跟各位议员啊，将针对这个104年经济部的这些和那个补助的一些预算啊，详细的说明了、啊，好不好？好，谢谢、啊。文字修正也是一定的。那我们现在10点多了哈，我们就休息10分钟哦。好，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
好，请各位议员就座，我们现在继续审查第65页哦，经发局预算。好，那我们针对经发局第65页预算，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不，66页有没有问题？64页。这个分成3年，然后明年度是怎么样子？就说我们这个能源局的补助啊，我们是3年期的。我要吗？干嘛？干嘛？文字修正啊，分3年编列的。文字修正。请经发局做文字修正啊。好，请好，我来宣读一下，在他这65页，我在那个函我就用65页的第一笔哈，第一笔我做一个他修正的补充说明。第一笔是经济部能源局补助办理石油设施设置管理，取缔违法经营油品业务及液化石油气业务查核人员加班费，括号经济部能源局104年7月31日能油字第104006301040号函，后面增加核定补助105年106年107年计3年，括号收支并列，就增加这个核定补助105106107计3年。对，所有的这个函后面。好，那我们针对哦。对。那个64页。对，68、64页的。我们现在文字修正的部分哦，针对从63页开始啊哈，63页开始的。201万6千元哦，经济部能源局，我们已经有做文字修正，刚已经有请卓主任哈、哦、宣读过了。那我们现在请大家看63页的，201万6千，哦，做文字修正，还有第64页，第一笔39万6千，文字修正。接下来0111奖金的252000做文字修正，49500文字修正，65页的第一笔538800文字修正，请各位议员参考，其他还有没有意见？没有，65页过。第66页有没有意见？没有。67页有没有意见？过。68页有没有意见？好，请周玉琴议员。好，那预算也不是三，我想请问询问一下啊、哦。那我们有2笔哦，就是委托民政局及各公所办理推广智慧节电计划宣导活动啊、哦。那我们中秋节也是看到各里都有在办理，也有看到这笔经费在用出去。可是我不知道你这笔经费是怎么去分摊的，有的里好像有，有的里又好像没有。
你可以说明一下吗？来，这个议座这边是不是由我来说明哈？那一个200，民政局跟公所的部分总共有各两笔哈。第一笔是200万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是主要是智慧节电里面的这个宣导活动跟评比作业的这个费用。好，那这个部分是由民政局跟公所来分担相关的经费。那民政局的部分是分担31万，那每个公所是13万的经费，那总共是200万。这个是第一笔的部分。那第二，那就是每一个里都有10000块是吗？这一笔的部分不是李佳杰的部分，李佳杰有另外在编。哦，那这个是什么时候用的？这个是他们的行政作业的相关的费用，宣导的费用。宣导费用而已。对，好。那下面一笔呢？明年你们怎么？这个495万的部分就是刚刚讲的每个里10000块的部分，那会依照那个户数，每个里的户数来搭配来使用。哎，可是有的里可以拿到50000哎。那个每个里50000的部分是？那不是你们这边给的经费。是等一下后面会有那个奖金的部分，就是他执行之后他有一些节电的绩效。然后依照这个节电的绩效给予奖金。你觉得这个奖金给的公平吗？那待会下次再讨论好了哈。那个就这个就是每一个里10000块的补助经费就对了。是。OK， 好，谢谢。好，谢谢周议员哈。我们针对68页有没有意见？好，请苏翠玲议员。对不起啊，针对啊这个104年的垫付案的事情啊，我想我要在这里啊再说明一下，也补充一下，因为我刚刚有听到我们有其他议员提到说其实呢在次年度这个补列再转正也可以啊，可是按照什么我们有议员提到说这个往例啊按惯例啊怎么做就可以按惯例这样执行啊，其实应该讲啊，如果按惯例啊，这个各个议会啊有很多啊，这个不符合法令规定的惯例，那我想如果要按照这样来做啊，事实上可能会让这个整个的法治的运作，包括议会的运作，会造成更多的问题。那原则上我们应该都是按照预算审议的规范来做，我觉得这才是正规的啊。那么尤其呢，有的时候议会里头。我们说4年1任啊，大幅换血啊，那新的议员他其实也搞不清楚之前的惯例怎么做啊，所以呢用惯例啊，这个对于4年1任的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我们应该还是要按照预算法的精神来做，所以呢该办追加减就该办追加减，这才符合预算的精神哈，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还要再一次的强调，这跟一般的人民权益啊，按判例来做或者按这个惯例来做，我觉得还是有不同，它有程度上的不同啊。那再一个呢，刚刚我们修正的这个部分啊，说104年垫付，然后呢它是3年的计划，所以呢它是105、106到107。那我个人会觉得啊，如果真是这样，你的能源局当初核给你们的计划是这样的话，请你要把能源局的那份文要一起送入到议会里头来，好，否则的话，或者是你在预算未来预算的编列当中，你应该附在后面，哦，作为一个这个预算编列的依据，哦，否则的话，光你讲，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文，我们怎么知道究竟是3年还是4年还是5年？好，所以我希望刚刚我们修正的那几条，我希望经发局能够再把能源局的文能够送进议会里头来，好不好？附在我们这个等于附在这个里头的一个决议。好，那其他的呢，我们还是再一次的强调，104年的垫付你就应该在105年转正，追加预算、追减预算，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词？它就是希望你在年度当中有发现问题的时候，或者有预算啊突发状况。啊，临时状况，还有未能够排入本预算里头的状况时候，都要以追加减预算来为之，这才好。谢谢啊，我请范刚祥议员。我想哈，我刚刚讲的意思很清楚，
我们是在合法的方式里面去选择两种不一样的做法，而不是在非法的方式里面去选择。我想可能有的议员对于法令相关的法令并没有非常知悉，我在这边特别指出来，我刚刚说引述的法律，它的法律名称叫《直辖市及县市单位预算执行要点》，这个是合法的授权命令，在这一个执行要点的第46条以及相关的规定，有明确的规定垫付款的相关要件以及它应该践行的程序。我刚刚所做的发言很清楚的是讲说，在两种合法的法律效果之中，两种合法的程序之中，我们这个议会要如何去选择做出一个有效率的议会。那么当然可能有部分的议员因为当时并不在场，所以对相关的论述并没有完全的去了解。我们议员的专业性或者是经验，我想跟年纪是并没有相关性的，这件事情也无需再去做赘述。否则年纪最大的是不是一定就有绝对的发言权呢？我相信在议会里面我们尊重的是说理，你能够说理讲出一个清楚的依据，这样的议会能够真正去交会，能够有效率的去进行审查，才会是人民所尊重的议会。假如一个议会我们只是用权力去压迫别人，用位置去压迫别人，这样的议会是没有办法进步的。所以我在这边再次的呼吁，我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明确的审查原则。至于过去的惯例到底是怎么样，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我们诉诸过去的审查原则其实可以非常清楚。我对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偏好，因为我们假如说用追加预算的方式，它有比较迅速，而且在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规模经济，我们刚刚鲁明哲议员有提到，我觉得这个观念也是不错的。那假如说要用次年的垫付转正的话，这个显然是在行政效率上是比较便捷的，这两者其实是不同的效果，不一样的偏好。所以我认为假如我们要真正解决问题，应该就这两者做一个权衡的全面的考虑。好，以上说明，谢谢。好，谢谢范高祥议员。针对第68页预算哈，67页过了。好，请林正峰议员。预算里面那个828议会垫付2800多万，这是什么钱？经济补助你委托给民政局，委托给环保局办的业务，二十变到环保局就好了，委托干嘛？因为我们是窗口，我们是跟这个这个业务是窗口，是我们窗口补助的钱是里面嘛？是。刚才财政局不讲过，钱都拿入我们公库里面的吗？是不是这样子呢？这笔几千万，那401几千万？我报告一下哈，这个这个智慧节电的补助款的部分总共是5614万3000元，5000多万嘛，对不 对, 對，有没有纳入预算，纳入我们的收入？财政局长刚刚讲的那个不一样，他这个有纳入他前面的收入啊，他前面有那个计划型补助收入的收支比例。财政局说要请教承办单位，你这个钱是今年一定要用完吗？他有规定吗？那个跟议座报告哈，这个是去年的垫付案，所以今年的垫付案，所以它可以使用到明年，就明年要执行完毕。我跟你讲啊，你不要害议长啊，你88号的送议会垫付呢，我们直接就编预算开会了，对不对？几千万全部垫付掉，怕我们讨论吗？你88号送垫付呢，我们9号就编预算开会了呢，为什么你不敢送议会审啊？标出去了没有？他们结标了没有？这个是结标了。那么快啊？结标公告标一个月吗？没有，这个是分开，每个局处分开执行的部分。不是啦，这个都像对下面那一条1160万，养护工程、水银灯、台湾计划，有那么急吗？你要用电户的吗？就首先台湾，你那就是今年预算，我们省的明年去做，明年预算去做不是一样吗？你在偷渡呢？这个都已经执行完毕了，你为什么被编入甚至预算来审呢？要用垫付的。
央政府给钱的时候，他没有限年限嘛？刚问过了嘛？中央预算执行，他也有他的那个执行率，所以他会要求业务机关给下属的时候呢，他会要求他执行的要必须在某一个年度内或者是几月以前必须要办理完成。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机关呢，他在执行上面就会有压力，那他必须要用办理垫付的方式才能够及时的去把它做到，然后才能够拿到中央的补助款。人家问了公文呢，人家是要公文呢，八月才垫付，你还给我讲这些？那人家问就垫付，我同意嘛，对不对？105年1月11号的公文下来就核准了，你八月才叫议长去垫付，那人家十号你就叫议长垫付去办，那照片我没话说，早就说好了，绩效就出来，对不对？郑峰议员，针对第68页预算223000哦，我们在公文的后面哦，核定补助105、106、107哦，做文字修正哦。那针对68页其他预算，还有没有问题？没有，没有。69页预算没有哈。那针对0279的事务费，下面362700，还有600000。我们一样做文字修正，那其他个别预算还有没有问题？没有过。70页有没有问题？请黄婉如议员。那个，我想哦，我们桃园市智慧节电计划哦，这个是一个趋势哦。但是说实在，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居住的环境，在我们的任何的公开场合，都没有看到有这一项的宣导。请问你们的这个政府专案的补助的这些经费，你们宣导到哪里去了？我报告一下哈，那个这个经济部推动的这个智慧节电计划，它是由各县市政府这边来执行。那大声一点。它的这个计划执行的部分，主要就是分成三个大部门，就是住宅类的，然后服务业的，还有机关学校三个部分来做这个节电的工作。那住宅类的部分，我们除了请民政局跟各公所还有里长这边来做相关的宣导之外，那我们这边也有办理相关的一个行销，来搭配来做相关的一个推动，来宣导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个节电。是啊，你们是怎么宣导？你们就是这个中秋晚会的时候拉一个红布条，是不是节约能源？是不是就是这样叫做宣导吗？是不是啊？那个红布条就是你们的宣导，是不是？你们有派人去，你们有派人去直接在会场上做一个正式的宣导吗？要怎么样节约能源？在宣导、啊、有吗？在宣导的部分，我们基本上除了就是在这个相关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有宣导之外，我们也有训练相关的这个志工，还有做相关的教育训练，来让这个里的这些干部们。抱歉哦，因为我参加的活动也不少，每一个礼拜的月光晚会、中秋晚会参加的也不少，社区的活动也参加的不少，但是啊，我都没有看过你们有做类似的宣导。请问这个宣导是从今年度开始吗？去年或是明年度？去年开始，对呀、啊，那根本没有看到，也没听到啊。你说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再来这个看到一个红布条，再来加强节约能源？哎，你那个红布条就值了多少？就值了200多万哦，是不是？啊，是不是？没有，这个是有一定的宣导的一个计划跟内容啊。这个部分是不是？这个部分的，我跟你讲，最敏感、最能够直接了解民情的，应该就是民意代表。对不对？那可是我们走到了场合，我跟你讲了，你们可以跟社会局配合，要来争取经费的这个单位哈、哦、的社团也列入你们这个宣导，不然的话都是成年，都是那些成年老问题，家暴啊。好，谢谢哦。针对70页，请林正峰议员。请教，你们在70页的一个200万办理桃园市智慧节电
啊计划专案管理费用，用完了没有？这个是一个标案的部分，那目前正在执行当中。正在执行而已嘛，对不 对？那这个案明年做会不会有差别？现在正在执行中。我问你，如果依照明年来做，可不可以嘛？可能会有一个时间差。差多少？今年已经十一月，你还在还没标啊？没有，已经执行中了。我刚刚讲已经执行中了。正在执行。啊，做哪些事情？这个专案管理的部分就是统筹我们的这个桃园市的这个相关机关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执行智慧节电的部分。好，那现在条260怎么解释？260的部分，先导费用先导到哪里去了嘛？这个也是一个标案了哈。那要给别人做先导，是标给哪个公司？是媒体公司还是？那个行销的这个公关公司。那怎么标？那评选标，就是用评选的对。评审标？评选用评选的。是。用评选的，260万做什么事情？你讲怎么行销？你跟我讲，你行销计划给我。好，这个会后再把计划书送给。其实这个根本就不急嘛，明年做也可以，为什么用垫付呢？5000多万全部用垫付，你现在还在有刚完招标，现在11月几号？今天11月15号了，对不对？你跟明年营业标有差在哪里？不要藐视意味存在，全部用垫付了。80几号才垫付，你根本不急嘛，怕我们水泥一算，怕我们山泥一算了、啊，对不对？这个事情根本不急的，行销费用、管理费用，明年标，明年就来得及啊。所以你们金花局真的，一无是处嘞，经费乱，执行也乱，不照程序来。人家一下准你5000多万的监会，你前面80几全部都垫付掉。副市长啊，你好好管理一下了，真的讲啊，藐视议会一眼存在了，不是藐视一眼存在，不是议会存在。我想跟议员讲，没有说藐视议会的意思，因为假如说八月就垫付的话，大概可以提早4个多月的执行。人家一下就准了你，人家一下就准你，哦，就可以垫付了、啊，对不对？可以提更早啊。9月份。准了以后，由经发局他对整个计划再做一些讨论、做规划，规划确认以后才开始办垫付的工作。要8个月去规划、哦，因为那个我们希望说做的，他当时是啦，我觉得有道理的啦，你管理要加强一下子啦。好，钱用我没有意见的，程序上有问题的，好不好？程序上是没问题的，大概说明。怎么没问题的？用垫付成功就有，谢谢。五千块就有问题啊。谢谢哦，请梁维超议员。局长，我的想法跟林政委议员想法是一样，你这260万的节能计划行销宣传的费用，最重要用意是做什么？我们就委托这个专业的公关公司来帮我们做宣导跟行销。是要透过专业的公关公司来帮我们做宣导，是不是？还有行销，就是一些相关的作业了。就行销节电这个部分，是不是？是。我们经发局没有能力做行销吗？一定要委外由公关公司来做吗？局长说明一下。我想像这种行销的东西也是有他的专业啦，如果以我们同仁来去做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他现在正常的这个相关业务在执行。所以你的答案是告诉我经发局没有能力做嘛，对不对？我想节电的宣导从中央到地方已经推行非常多年了啦，我想这样子的行为的方式，民众大部分都知道了，所以我真的不懂哈，编这260万还要透过公关公司来做行销的计划，我觉得有欠妥当啦。那到底这个公关公司已经决标出去了吗？已经决标出去了。已经决标出去了。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招标的？现在这个标案已经执行快完毕了，已经快执行完。什么时候标出去的？可能那个。应该是在6、7月的时候就先上网，但是大概在经费同意垫付之后决标的。决标是日期什么时间？应该是在可能8月底左右。8月底左右决标，是等于是9月初嘛，所以到现在已经执行完毕了，对不对？是不是？快执行完毕了。快执行，那执行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我报告。公关公司接到这个标案之后，他到底做了哪些的节电的计划，哪些的行销方式，把这260万预算短短两个月就把它执行完毕，很有效率耶！这就公关公司问，非常的讶异耶。我简单的报告一下，这个260万，它的目标金额是250万。那它的主要执行的内容的部分，就是有这个节电家电的这个补助，其中有50万是节电家电的补助。那剩下200万呢？剩下的200万的部分就是包括这个拍摄微电影的部分，还有这个广播跟报纸相关的一个新闻的一个露出。广告新闻露出，你们金发局不能做，还要透过公关公司去做。我想是内容的部分啊，内容包装设计的部分。对，详细的整所有内容可不可以给我们份资料？可以，没问题。260万，短短两个月执行完成。我很好奇，公关公司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将短短两个月时间，将这250万花的简简单单。我认为很多的执行项目，金发局本身就可以做嘛。局长竟然告诉我不能做，我真的觉得非常讶异。不过是一个节电的宣导而已。我没有说不能做了，只是说这个人力上的负荷可能。你要去克服嘛？谢谢。好，谢谢哦。我们请詹江村议员。请教一下，什么叫智慧节能？什么叫智慧节电？智慧节能，智慧节电。我想说，我们希望把电源有效的应用，所以只要能够省电的方式，我们用智慧的方法去处理。怎么样叫智慧的方法？智慧的方法是、啊，就是用 IC, 要问金发局比较清楚嘛，哈。用 IC 啊，是不是？说现在有在推这个，哦、你看嘛，你的宣导哦，宣导到连副市长哦都没有办法很清楚。我可以说明你宣导到哪里去？我可以说明，你要我说明 OK 啊。所谓的智慧的部分，就是用 ICT 的技术来让我们所需要呈现的东西能够做得更完美，就是这样。这样。那目前在宣导用这个红布条就能够呈现 ICT 的做法到底是怎么做？那还有哦，这个拍一部微电影大概要多少钱？拍一部微电影大概要多少钱？拍一部微电影，这要看微电影的这个长度跟它的这个内容跟取景的部分。10分钟大概要多少钱？我们的金预算大概是在20万到30万之间。10分钟拍微电影，你如果让这个行销企划公司10分钟的微电影20万拍得起来，好，是吗？对，大概是这个金额。我们的部分啊，我们的部分大概是20万。是让行销企划公司来拍吗？对，公关公司来拍。所以这个，那你200万是要做什么用？我刚有不止200万，这里面还太多了啊、哦！这里面零零总总加起来，因为你们把它拆得好细哦，其实通通都一样。好、哦，这个行销广告啦，什么这些，然后看起来字义上都差不多，哎，就是玩文字游戏而已，然后拆得很散嘛，哈、哦。那你到底怎么使用这一笔钱？事实上哦，我想哦，中央哦。把钱发下来哦，然后让地方哦去拍这个啊，不管是10分钟的微电影或者20分钟，这品质一定很差。那事实上，既然是节电嘛，节能嘛，应该是由中央统一拍一个好一点的片子，然后呢，全台湾，甚至于我们也可以，如果今天国外人家这个节能节电的这个影片拍得好的话。也可以拿来使用啊，付他一点版权费，说不定这种公益还不用付版权费嘞，何必又自己拍呢？那不就是消化预算而已嘛，不是这样吗？那每一个县市都拍节能片，那到底要看哪一个县市的节能片谁拍的比较好，要不要再做个评比？哦，所以这个钱应该不是这样用吧？那还有就是，这个如果说要宣导，只是摸彩呀、啊，用红布条啊，这个应该也是没有办法。大家去了解吧。现在讲的刚刚这个，好，谢谢。我们针对70页预算哦，请林正峰议员。你们越讲，
错误又 越多了。两百六十万，你说六七月就上网招商了，那八月十八号才准你垫付，啊，现在已经执行完毕，还没垫付你们就招商，不早就找好公司了嘛？没有招商啊。我刚刚讲说六七月就招商了、啊。我刚刚报告是说我们先上网招标，但是等议会通过之后我们才决标的。那个主席处长可以这样子吗？预算没有够可以先上网吗？必须采取用保留决标的方式，就是他要注明预算。你们全部预设立场要给谁做嘛？对不对？没有，我们没有预设立场。不是啦，错误百出啦。两百万跟两百六十万哦，我建议各自你把人家招标过程、资源情形，啊，给议会以后再通过，好不好？好，针对林正峰议员主张两百万办理桃园市智慧节电计划专案补助，管理费用哦，搁置，有没有复议？有没有反对意见？搁置。下一笔两百六十万。办理桃园市智慧节电计划行销宣传费用搁置，有没有复议？有没有其他意见？搁置。针对七十页，还有没有其他意见？请黄婉如议员。当然智慧节电是一个趋势啦，那本席也是相当的赞成，但是看不出来。你们对于智慧节电这个政策的推行那预算搁置了，不是说搁置就算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你们具体今年具体的这个具体今年的的那个对于这笔对于这个案对于这笔方案的这个推行的状况的成效能够拿出来。好，这个部分，这部分 KPI 我们到时候在会诊之后送给议座。请你慢慢说。我说这个计划的这个 KPI 值，我到时候会会诊资料之后送给议座参考。好，我希望你能够不止我啦，我们所有议会的议员。送到议会，我们送到议会来。因为这是一个时尚，这是一个风气，我们只看到你办公室办活动的时候贴一个那个红布条，对不对？我相信很多的民众也不晓得。什么叫做智慧节电？然后再来就是换电灯、换灯泡。里长跟我们讲说，这个换节电的灯泡，这是不是也是属于这两百万里面？是不是？我想真的这个要智慧节电，应该要全民动员，全民动员起来，才能够达到效果。局长，这个部分我们来努力啦。如果要全市民来做的话，可能这个经费部分我们可能还在增加。我跟你讲，我是希望说你能够还是配合民政跟那个什么民政横向联系啦，民政跟社会局啦，然后大家一起来动啦，可以吗？可以。专门只靠你，找一个公关公司贴个红布条，每一个公关公司贴个红布条。那个是没有成效的，那只是在烧钱，知道吗？局长知道吗？我的意见宝贵吗？宝贵，宝贵。那以后要怎么做？就是跟民政局和社会局合作，来让更多人知道节电的这个重要性。对，然后呢，透过社团，是不是？透过村里长的这个系统下去，我相信，尤其是也是可以从学校开始做起，是不是？这样才能够充分一个，这才能够充分的达到这个效果。你找公关公司有什么用？弄个布条，真的那个布条大概全部做起来不到一万块。好，谢谢。针对七十页预算有没有意见？没有。七十一页预算有没有意见？请林正峰议员。请问第七十一页最下面一条五十八万，那个办理桃园智慧节电计划有功人员奖励礼券过世，这五十八礼券买多少？送给谁？这个部分是就是在
我们执行这个智慧节电计划，因为我们今年度的这个成绩在六都里面算是第三名，那全国是第五名，那也截到了这个170万度的这个电，好，全桃园的部分，所以也不我问你这58里就发给谁嘛？对象是谁嘛？这个部分就是发给这个各机关配合的这个同仁的部分。各机关哪几个机关？就是包括民政、都发、环保、教育以及公所。58万呢，一个人多少钱？上限是5000块。你可以给我名单吗？这名单目前还没各局处还没提供。各局处要报上来，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你们请问委办，请问委托给其他单位去做行销广告，有几个配合的？各单位都很配合，因为我们有定期召开这个会议检讨。那各单位配合58万也不够啊，单位那么多啊。我希望你依据实际有工人员去一去核发，好不好？也不要一个订到5000块啊，帮忙人很多啊，对不对？奖金我不反对，但是核发对象要确实，好不好？好，针对71页有没有意见？黄婉如议员，局长好，我想哦，你干脆哦就在这里明白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智慧节电，我想我回去宣导可能也比较快一点。智慧节电就是让大家透过比较聪明的方法，然后可以省一点电。啊，什么叫做聪明的方法？啊，现在民众都不聪明怎么办？不是，不是啊，你讲的聪明的方法是什么？比如说，局长，我跟你讲哦，你再讲不出来，整笔预算要给你删掉哦。比如我们可以这个辅导他加装这个智慧电表，好，然后让他知道说在什么时间用电是比较省钱的。好，等于说虽然你用相同的电，可是你在不同的时段用电的话，你的钱是可以省下来的。好，类似像这样子的方式。还有呢，最简单的方式呢，就随手关灯嘛。再来呢？这个我来说明一下啦，其实就是当用则用。局长啊，真的哦，很惭愧啊，真的。你看你们你一直希望我们预算能够通过，然后中央也补助了这么多的经费，我们就针对这四个字，什么叫做智慧节电，你都讲不出来。我有讲啊，是不是？我有讲啊。啊？加装智慧电表啊。然后随手关灯 啊，加装智慧电表，在离峰时段用电啊，可以省钱啊。在离峰时段是什么时候？就是比如说晚上10点半以后，哦，或是晚上10点半以后谁开灯啊？睡觉了。不会啊，有些行业他可能这个时候才开始用电了。还有呢，这是对家庭，然后呢，一般的工厂呢？比如说他可以加装 LED 灯嘛，让他的这个用电可以节省一点。对啊，再来呢，我的时间通通让你讲完没有问题。这个我要知道你到底用、这个、知道多少。比如说你还是可以用一些设备，比如说像这个电瓶的控管设备，还有你这个机器的使用，你可以在这个整个制程的过程当中，看哪个这个制程你可以用到比较离峰的时间的电，再去用那个离峰的电来做这个制程。就是用这个很简单啦、啊，就是用一些最简单的方法，然后来省电，比如说可以间歇性的关空调，对不对？限定什么时候可以开空调，还有啊，把工厂的这个制作的排程能够调整一下，对不对？这些都是省电啦、啊。局长，是。你只知道四个字，然后内容你都不知道，要让我们把预算能够通过，而且我没有，我刚才有说明了，我刚才有说明了，没有你讲的，不管是家电还是在企业的工厂，我都有说明。好，你讲的大概只有60分啦，我希望啊，能够落实。好，71页有没有其他意见？好，请黄敬平议员。局长，
这个今天刚刚在场的这么多议员发言呢、啊，无非是希望说桃园市在这个节电跟智慧城市和智慧节电的这个效率和执行率啊，至少你今年跟去年跟往年的比较，我其实之前有看到新闻报道，我们还是有一些进步的这个地方啦哈。但是你们怎么在这方面做一个有效的宣导？然后金发局其实之前我们就一直不是只有金发局的问题，各个府会的各局处也都是一样。你们在委办费、委托给外面的公关公司也好、顾问公司也好，执行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在跟市长、副市长开会，上级长官在跟你们给你们很多的指示的时候，也一再的要求你们，你们在这个委办费预算通过给你们，交给外面的单位执行，交给这个厂商也好，或者是这个顾问公司规划也好，不管怎么样，你们要从头到尾要有参与。是，你要从一开始从后面，然后整个包括就是比如说金发局公用科也是你们的这个业务，那你们要了解它的一个效益性，然后整个做一个从头到尾，而不是交给他我预算编列了，然后我开标我招标啊，反正就丢给厂商我就执行，有执行这样就好。所以我是说重点是在这里，260万元你钱要花在刀口上。所以为什么刚刚那么多的议员一直在咨询有关于这一笔，那你们怎么用，然后过去，然后它的一个过程，然后那所谓的这个智慧节电，刚刚副市长跟你这边也大概说明了，但是我相信啊，你们还有很多的地方不足之处，我希望本席希望你们这个能够准备比较完整详细的资料，然后过去的一个绩效，还有它的一个执行率，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个智慧节电，因为我们是要打造一个智慧城嘛，智慧的城市嘛，所以 ICT 这个部分是我们未来一个新福祉的一个很新兴的一个政教重的一个重点配置的一个产业。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大家有共识，你要怎么去260万，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了。但是在你金发局来讲，你这个你要怎么用在这个它的一个效用上、刀口上，这是我们最关心的。所以才有这么多的议员在提出质询，关切这个部分。也不是说好像在这个对市政府，尤其是你们金发局在执行这笔钱有什么问题，但是所以我说资料的充足准备，既然你在这个一时半刻也没有办法很详细的去这个解释清楚，本席建议就把这一笔预算先搁置。哦，你把这个详细的资料备齐说明，让我们这个朝野的这个党团的议员大家都充分清楚明白，你再很清楚的让大家了解，我相信大家在后面审议的时候会再知道你们的这个立场，好不好？请问黄进平议员，您搁置的是哪一笔？这个260万。260万刚刚已经搁置过了，通过了。好，我们现在看的是71页预算，好不好？71页，针对71页，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过。72页预算有没有意见？好，请鲁明哲议员。这个局长，我请教一下哈，就说在公共建设及设施费里面的第一条哈，你今年编了5000万哈，就是没有自来水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都觉得社会不断进步啊，进入什么科技网络时代啊，那这个没有自来水喝啊，我们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地方上面不进步的一个象征之一啊。因为去年编了2000万。今年编了5000万，我们到底还要多少才可以让这个需要装水管的这个有自来水？你们大概预估到底要多少？还是说要再拖10年，再拖20年？像一年3000万、5000万，永远装不完。你们现在总估算大概是多少？报告一桌哈，这个因为装这个严管工程现在都是比较偏远的，好，或者是距离比较远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建设的成本是越来越高。那尤其是像复兴的这个山区的部分，不是，那所以你这5000万是要做哪里？那5000万的部分，目前是已经有会勘过一些案子，就是透过地方上的一些建议，那去会勘过的。那目前大概累计大概有1000多万的这个计划。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在明年的年度中。那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户？我们还有多少户没有自来水的？如果是以这个我们的普及率来讲，桃园的普及率目前是95.35%了哈，差不多，可能还有3-4万户。3-4万户啊？对，我希望你们主动做一个规划了。过去我们了解哈，大家都比较被动，就谁先来请一下，谁比较愿意来请，因为可能他们自己的管业要一点的自付额了哈，所以要他来提出申请，我们才来做一个配合。那我们现在跟自来水公司分配的比例到底是多少？目前的部分总工程外管的部分，水公司的部分，其实它每年都会固定编列预算在做相关的投资。不是啊，分配啦，比如一个工程要做500万，它分配多少？在这个里面，是针对严管的部分，水利署这边补助大概是65%，65%，我们负责35%，是不是？对，是。我是希望哈，
你既然有个管子要往这边做，你要顺便，你要有主动，你要有一个没有自来水，不光是它的户数啊，它的比例啊，它到底人在哪里？你们总是要有这个地图，你知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如果你知道在哪里的时候，大水管都已经路过他家的时候，你不觉得你应该主动通知大水管已经通过这些人吗？我知道我们现在都很被动了，当然因为我们人力不够或什么一堆理由。那我希望你憋了这么多钱啊，我觉得你应该为了桃园的这样的能够摆脱掉还有这么多没有自来水的一个乡亲长辈的这个过程中，你们要有一个无自来水的一个地图嘛，你要个地图要作战，总会做个坐标嘛。结果现在你一个花了几千万往这边做，你只帮了五户接上管子，这中间还有50户，因为他没申请。所以我在这里真的跟，因为局长我要你也是博士啊，我希望能够有。好，谢谢啊，请李博访议员。好，谢谢主席。局长，这个5000万啊，我觉得还是不够啊。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知道在大溪跟复兴这个区块啊，是所谓的水质水源水量保护区，同时应该是说它是一个供水的水源头啊。但是这些区域目前还有很多啊，包含的中庄地区，包含我们的三明、复兴等地区哈、啊，这些比较山上的，更而且是偏远的，它又是一个水源保护区的一个范围啊。那照理讲，我既然我受到某一些程度上的限制，那当然用水问题应该我是优先受的攻击啊。不过就目前的实务状况来讲啊，我们真的大溪还有非常多的地方啊，这个尤其在水源区的部分啊，都没有自来水可用。那我不知道局长，你不知道了解不了解这些状况？那目前大概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跟想法？因为以过去我们在评估的时候都说哦，因为你这个整个费用是非常高的，因为所以呢我们变成我们没有办法去帮你办理。但是用这样的说法去告诉这个水源区的民众说因此而你无就没有办法帮你装置，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那原来的一个制度设计也许是一种公平，但是这是一个所谓的假象公平，并不一定代表是真正的公平哦。我不知道局长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如何？谢一座哈，我想在复兴的部分呢、啊，我们现在已经积极的请这个自来水公司，赶快去跟这个国产署去租地哈，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计划在执行了。那现在是卡在说这个加压站的部分需要使用到一些土地，那这土地之前有想说请自来水公司用这个买的方式啦，那可是因为国产署那边的价格太高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请立法委员在帮助我们。去做用租地的方式来做，所以复兴区那边的部分，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干管是用加压站的方式，用三个加压站的方式，赶快把水打上去。好，是这样。我想说，局长，您可能还是要针对我们大溪这些区块哈，它到底哪一些水源区它没有水可用的部分哦，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调查，然后把这个先后执行的次序把它排出来。我想这样才不至于让这些水源区人认为说，哎，我应做的牺牲。可是我还是无水可用啊，事实上对这些民众而言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所以我觉得说局长啊，这一点你真的是会后，我想我们发函给我们大溪跟复兴这些水源区的一些村里啊，让他们能够真正把具体的需求反映出来，可以吗？好，可以，没问题。好，谢谢哦，谢谢。好，我们请吴宗宪议员。那个局长是汽车业最后一条哈，你要不要讲清楚一下？我看不懂958万5500元。这个使用方式是怎么样？你预算的编列怎么编的？跟议座报告哈，这个台电的这个促协金的部分，一年大概分配到市政府的部分大概是4400多万。好，那在这个4000多万里面，我们在这个其中的这个大潭电厂的部分哈，大概就是这边是资本门的部分，大概是编了958万。那后面还有相关的金长门的相关的预算，大概总共是4400多万的这个预算。那这个部分的这个预算，分配到市政府之后，由各机关来提案，好，就是做对于所要施作的部分来提案来施作。施作哪一方面的事啊？你这边写的很笼统，什么大潭电厂各项公共建设，
及设施，怎么会有这个文字呢？这个的文字的部分，主要是依据这个台电的这个促协金的这个运用的这个要点的规定。那它的要点里面就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针对周边地区的这个营养午餐啊、保险等等的这个社会福利事项。那个是区公所编的啊，对，在区公所里面啊。这个台电的这个规定是公所跟市政府都是一体适用的这个规定。那现在是在你们这里还是在区公所里面？这个现在讨论的部分是编在市政府的部分。那原则上，回馈金的部分就是市政府大概分配20%，那公所的部分是分配80%。哦，那你们等于是也拿来补助这些营养午餐这些的，就是由这边编列的。对对对，我看到你后面还有了哈。对，是。所以你这个写的这样子，我讲没有一个议员看得懂，所以我希望你们这编列的预算是跟大潭电厂有相关的，哦，有相关的。我想他回馈我们电协会哈，他回馈我们也是希望你来做这些工作，哦，我希望对这，不管是哪一区啦哈，只要跟这个节电有关系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编列这预算是从这边来，会比较有意义呀，啊。哦，我想这局长你也应该会知道啊。我想跟你做报告，我们还是会按照他的这个执行要点的可以执行的这个部分，对，哦，我们来这个检讨，来看看要怎么做比较好。好，谢谢，对这笔预算没意见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周玉琴议员，我有照举手顺序哦，等一下。好，局长，请教一下哦，你这个本市无自来水地区装设严管那个自来水的费用嘛，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市政府这边还有多少地区多少人申请这个严管费用了？为什么我们申请2年3年都一直排不到？你们的员工一直说，承办一直说，这个还要评比哦，怎么样？为什么节电的经费都那么多钱？你这个严管经费也可以向经济部来申请啊，不是吗？那个为什么才编5000万？以前2000万，现在5000万，要什么时候才装得好自来水？跟议座报告哈，那个因为水利署这边在评比的时候，他会考虑每一户的这个装设的这个成本。那如果每户的单户的这个装设的成本过高的话，它就不列入补助。所以这个部分也是碍于就是水利署的这个补助的这个评比的一个规定。我记得去年水利署不是也有专款给我们市政府这边比较多这个严管的费用了吗？你们去年做了多少？我们去年大概就是今年啊，今年105年的部分大概做了110户左右，才116户。那补助了多少钱？今年的执行率怎么样？目前执行率是99%，就是不够嘛，因为今年才编2000嘛，这是明年才5000嘛，对不对？对。你这个经费可以多编一点啊，因为很多地区，不管说刚才说的大溪，我们杨梅也是一样，尤其是上湖里啊，我们街上都还有人没有自来水的，每次吃是在等，每次会看你们的，而且你们的员工汰换率也太高了吧？等下会刊的又不是他，上一次来会刊的，去年来会刊的，人走了，现在又要重新来申请过，对不对？然后资料都会不见呢，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跟一座报告，应该那个资料是不会不见啊，因为资料的部分，经过可是就没有延续下去呀。经过会刊之后，我们这边都会有资料。那备齐资料之后，我们会请水公司这边。可是你承办换人了，你就。我们会做好交接的工作，对啊，这个交接工作我们都做得很好。这个很严重啊，希望科长、局长正视这个问题，好不好？好。你不要那承办一直换人，假如说他考到高升那就还好，假如不是的话，是约聘雇的话，那你就把他留住嘛。他已经会勘过了，然后去年会勘，今年又要再会勘一次，不是很劳民伤财吗？而且给乡亲很不信任感，那市政府办事效率怎么是这样？好，好不好？OK， 要改正哦。好，谢谢哦，请谢章文议员。好，那个谢谢主席哈，那个局长，还有我们那个工人科长哈，我想有关于那个我们桃园市哈那个没有自来水地区那个专线、严管线还有土地取得的这个部分哈，那其实我想享用自来水的这个方便哈，是现代这个国民应该有的一个权利啊。
那其实长期以来，自来水公司因为那个投资效益的一个考量，那所以对偏乡地区呢，自来水的这个管线的那个布设啊，那么他们常常就以经费不足来做一个搪塞的一个借口。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政府呢编列这个预算来协助偏乡地区啊做自来水管线的这个布设啊，那其实是从刘邦友刘县长在的时候呢开始实施这样的福利政策，那到现在呢也超过20年的这个时间。那桃园市政桃园县政府时代到桃园市政府啊，我想我们每一年编列的这个预算如果累计起来的话，大概也超过15亿以上哈。那但是呢，我现在那个科长刚特别提到，我们现在那个桃园市平均的自来水的那个普及率大概是95.35%嘛，对不对？那如果以我们现有的210万人口来说的话，那就将近还有97,650户的这个住家没有自来水可以享用啊。那你们提供这个数字里面，现在呢就是自来水普及率最高的三个行政区啊，第一名是中立的99.40%，八德的98.98%，桃园区的97.69%啊。但是呢，复兴乡的部分啊最低，那只有20.02%自来水普及率。那再来就是这个观音的86.03%，再来就是大溪的87.66%啊。那所以我想，对于自来水没有办法彻底解决的这个问题哈，我想当然第一个是用地的这个问题，那还有其他的这个因素啊。我觉得我们金发局啊，其实你责无旁贷，应该要协助这个住户去解决，然后呢还要协助那个住户呢去顺利取得自来水的这个享用，否则的话呢，在税那个就是缴税基础一样的这个状况之下，那我们这些偏乡的地区，甚至是复兴乡的这个乡民，他们为什么要长期忍受没有办法享受自来水这样的一个便利，对不对？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是政府啊长期以来啊责无旁贷的这个责任啊。那你们编了这个5000万的这个经费，我希望能够真正的落实，然后给提供给那个真正需要哈、啊、那么装自来水的这个乡亲，而且呢要加快脚步，让我们桃园市啊所有的这个乡亲啊户户有自来水可以用，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到自来水的这个便利，局长你可以吗？可以，这是我们来努力。好，拜托一下。好，谢谢啊、哦。针对72页预算哈、哦，请邱家亮议员。主席，局长，我请教你啊。是，坐好。他先呢？5000万的部分哦，这无自来水地区装设那个自来水的那个工程费嘛，对不对？对。请问你如何补助？如何补助？这个每户怎么补助啊？这个我报告一下哦，这个通常都是会由地方这边提出需求，哦，包括可能民众，包括里长，还有我现在我家申请自来水，你讲给我听，我申请自来水，你要如何补助我嘛？那这个部分提报之后，我们会去争取水利署的这个经费的补助的评比，还要去争取啊？是，那你这5000万要干嘛？所以我们不是5000万直接就拨给申请的住户了吗？这个部分。拨5000万的部分主要是这个地方配额款，那我们主要还是去争取中央的这个经费。那就争取不到，所以我们新屋很多没有自来水的原因，就是我每次去会刊看一看都不了了之，没有钱。没有钱，你叫老百姓，我给你申请管线，就像总执行我有讲过嘛，对哈？5米多要缴4万块，申请个50米要40-50万。老百姓哪里来那么多钱？你这5000万要干嘛？你都是要到申请到中央，到那边全部打回票。我们新屋的地下水污染非常的严重，我们最靠海沿海上游的水全部流到我们新屋的地下水，没有钱申请，老百姓就只能喝地下水，这些文明病很多。所以编这5000万要做什么用呢？你这一点补助也没有用啊。老百姓还是靠自己呀、啊，申请个5米要4万多块了。总执行我特别强调了嘛，那今天去会刊了，一去讲一讲，1万多块搞定了。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子嘞，老百姓没有找我，笨笨的。老百姓想公家机关开的单子好缴掉，
缴掉就做了。我那天你们金发局有人去嘛，我也去现场嘛 ，OK， 搞定，10000多块搞定了、啊。搞那什么东西啊？我看不懂啊！为什么一个老百姓40000多块来就缴掉了？我找我之后找你们去现场看过，好搞一搞，10000多块搞定了、啊，这是不是很离谱啊？每个老百姓都很善良、很单纯啊，税单、地价税单、房屋税单来单子就缴就缴了，自来水单政府机关一来就缴了，我觉得这很夸张啊！这自来水真的，我们现在很多还是没有自来水的，拜托局长好不好？这很重要，民生用水，地下水污染非常严重，这个是我就是第一优先的、啊，好不好，局长？这个我们好，这个非常重视啊，我们乡下太多没有自来水了，局长好，拜托，谢谢。好，谢谢啊，请李光达议员。谢谢主席哈、哦，我想哈、哦，听了邱家良议员哈、哦、讲的哈、哦，这个预算哈、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哦，好。而后是不是要增加预算来解决我们民生的一个自来水用水严管哈，还有一个土地取得来协助我们的住户，我想大家都很重视这个问题。我刚也特别要谢谢谢章文议员哈点出来哈，我们桃园区哈在这个普及率的部分哈，我们才97点多了而已哈，表示说我们还有很多户哈没有自来水可用，在市区哈。我有一个问题要就教于局长哈或者我们科长哈，在我们的这个核发使用执照哈。这个自来水管有没有自来水？是不是在我们审查的项目？哎、欸，快点了，不要占我。应该是。啊？使用执照接水接电这部分一定要。是吗？哈，我跟你讲哈，靖国国中在哪里？你知道吗？靖国国中在哪里？知道吗？就靖国路上嘛。好，旁边的地主曾经就限地哈，限地有偿无偿那是另外一回事哦。就在靖国国中旁边，啊，没有自来水。哦，啊会要拉这个自来管线哦，自来水的管线要经过国有财产署的地，哦，他们要计价，要计价，这个部分是不是适合这样的一个补助？要用地取得的一个补助？用地取得的部分没有补助，没有补助，是管线而已。所以你补助的部分是补助什么？管线而已，管线工程费，管线的工程费，用地的部分没有补助。对，哦，我想哦，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嘛，但表示这个经费上哈、哦，我刚刚很多议员都已经表达到啊。复兴、大溪还有杨梅都有这个自来水管接管率不足的问题，还有自生自灭挖地下水源，哦山区的泉水如果没有煮熟的话，里面有水质，对这个健康的影响是很大的。我想这个饮用水是非常迫切需要来解决哈、哦。我想另外在大南净水厂边哦一样，在20几年前哈、哦、核发给使用执照，至今没有自来水可用。我里长会看过。我们服务处跟里长再会谈过哈，中央也承诺在补助哈，但是住户一共要花170几万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补助哈，也要协助他经过私人地哈，开挖私人地的部分的一个承租的一个部分，是不是要来克服？我想这个案子会勘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我想你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诚意哈，来解决市民这个用水的一个问题？我想我们一定有诚意啦，只是说刚才议座提到那要100多万哈，其实这个真的还是会有资源上的排挤问题。我们是希望说用相同的钱，可是可以如果，但是我跟你讲，帮最多的这个住户，这个接管造成我们市民哦，尤其在这很可笑嘛，净水旁边竟然没有自来水可用，你觉得可笑吗？是不是要来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好，另外借着这一笔预算的审查，我要告诉你哈，我们桃园市区还有很多哈自来水管是使用铅管，铅管是不是有毒？是，是不是要督促我们的自来水公司哈？主动来台换清查。我刚刚鲁明哲议员有提到说，没有自来水的地图，现在还是有铅管的地图，也把它建立出来，好不好？好，谢谢哦。请游河议员。好，针对此笔5000万的预算哦，局长。是，你说好。我沿海人的心声哈，所有上游的好的坏的留到我们海边来。那你知道我们大园哦，有多少农地受污染？有多少稻米割的是送进焚化炉，稻米都不能吃了、啊、那我们饮用地下水那是多么危险。我们不是饮用地下水不卫生的问题而已啊，我们是有危及到我们健康生命的安全哦。我一个案例在永科技旁边，本来有2户没有自来水，我向贵局申请也办理了会刊，一户要花62万，你说62万以上就不予施作，那我现在有3户，
那辞职从会刊到现在都等不到这个下文。那我们刚才很多同仁讲，各地区都很缺乏，所以说你这个经费变得不够。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就是说我们大园有多少人还在饮用这个地下水，那没有多少的农地是受到污染。所以说我请局长，请贵局重视我大园，重视我们沿海这些没有自来水可以饮用，到目前还在饮用地下水的这一些居民，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饮用这个地下水是有害的呢，你不能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你们都无所作为，还是消极作为这样子，那我们这样我们的人民怎么去交代？我们常常去乡下遇到这些乡民，常常问我们，议员，当时会当敢安水倒水？还是跟一座报告，因为说真的，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都希望说户户有自来水嘛。可是我们的这个财源，我们的资源就这么多，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先后顺序的这个排序，然后来试。对嘛？你说有先后顺序，轻重缓急嘛？是。那我们饮用的地下水不是卫生问题而已哦，是它有重金属污染、有镉污染、有镍污染，像宇宏科技。他现在的检测值出来都是已经污染地方，我们所种出来的稻子都要送进焚化炉的啊。那我们还有居民在饮用地下水，那这个怎么办？你的轻重缓急呢？你的优先顺序呢？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回去做一个检讨，这个是有确实是有检讨的必要，我们回去做检讨，好不好？好，加把劲，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哦。我想哦，这个针对自来水问题，我们讨论很久了哈、哦。那各区议员都非常重视，我们请我们的副市长还有我们的局长哦，能够带回市府哦，这个研议，希望说为尽量来协助各区议员哈、哦，这个自来水的建制，好不好？好，谢谢哦。好，请徐其万议员。谢谢主席哈、哦。啊，局长。哎，一座好。你编的这五千万哈、哦，刚才也谈到了，那宇宏科技周遭被污染的农地哈，是都是重金属污染的农地，有多少你知道吗？这个我不清楚。啊，有多少海外没有自来水的你知道吗？目前我们只有整个的这个刚才有提到，就是大概现在九万户嘛，那各个区到底有多少，我们还没有做详细的调查。如果说你现在还不知道的话，那真的我不知道说你们的科里面到底是跟你怎么回报。现场会刊也开会刊的，在整个那个会议当中也提到了哈，那你这个五千万有没有要去做补助的那个改善？啊、哦，那几户就是受污染，在这个污染区的这个自来水改善？报告议座哈，这个部分我们是经过会刊完之后，我们都会报到水利署这边去争取中央款的一个配合。没了，我现在针对预算了，我说五千万有没有补助要去改善，这是明年度的预算嘛？啊，明年度的预算有没有要去做改善？啊，宇宏科技周遭被污染的这个农地，包括住户，他们没有现在到现在没有自来水可用的，有没有去做改善？如果它的那个单价现在都低于60万的话，就符合那个水利署的这个评比，那我们就会把它纳进来里面。那整个污染造成的，那现在我们无自来水没有自来水可用的，那我们的百姓呢？那些是不是还要再继续受灾受难？啊，这个我们会优先考量。好，跟徐议员报告，这部分我们会赶快回去赶快处理。好，那个我们余副市长哦，短啊。哦，工业区都在那边哈，包括啊、哦、整个污染的农地相当的多哈。刚才有演的也谈到了，那很多到现在都没有自来水申请哈。要申请的那个百姓呢，他一申请下来，这个费用相当的高，哦，所以说也请我们市政府这边要有作为，来帮我们的市民解决他们的痛苦，解决他们的民生需求，最基本的民生需求，我就是要有电有水。这样可不可以吗？好，我们请金发局针对这个部分的专案来了解。哦，这个五千万好好的利用啊。好，谢谢哦。我们针对72页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过。73页有没有意见？好，请林正峰议员。请教局长啊，那个第一笔336万，
那个促协金啊分给谁？是分给七公所，还分给市政府？这个部分是分给市政府的部分。啊，区公所呢？区公所的部分已经分给区公所，没有纳在这里面。多少？大概我刚刚有跟那个议会报告，就是大概是4:1的比例，就是说我们市政府分配20%，那公所大概分配80%。那个比例，你们20%是300多万，那80%有多少呢？80%的部分，因为它是分配到大园跟芦竹，好，这个是林口发电厂的部分，没有分配到龟山。龟山没有吗？哎，对。为什么没龟山没有？龟山的部分，它目前只有这个输变电所的部分，所以它只有分配输变电所。那我那你下面那280万呢？这个也是林口电厂。那个有没有龟山？哎，也是没有龟山。也没有龟山。对。那在下面呢？那个，135万的。135万2000，这个是有分配给龟山。龟山分多少？龟山的部分大概是分配，大概是50万左右。怎么那么少？它主要是那个变电所，龟山的一次变电所。那这一次这个变电所真的很多铁塔钱编在哪里？回馈金编在哪里？铁塔的部分没有特别编列。那个回馈金只有针对那个变电所的部分有。那我们龟山铁塔那么多，我们百姓是应该去吃亏的。啊，你们没有替我们要求吗？变电所也有回馈金的，铁塔也有回馈金的，但台电都偷工减料，没有全部给了。所以我今天建议你们金发局，你给我询问给台电公司，哦，在龟山所有的变电所有几座，铁塔有几座。请他虽然拿出来以后，请他依照回馈金的机制去编列回馈金。好，这个我们赶快发函给他，好不好？好，没问题。被对贴了多少？你知道吗？这一次那个林口变电所增加很多线路，也在龟山啊，另外上海古松变电永福变电所啊，对不？变电所量也增加，回馈金有没有增加？所以你们政府单位现在公所已经七级化，公所不是独立单位可以去处理嘛？所以你的经化局去处理这些问题好不好？可以吗？好，可以，没问题。你询问给他提供资料以后，我们开专案会议好不好？好，好，没问题，谢谢。好，谢谢。针对73页有没有意见？不。74页有没有意见？不。75页有没有意见？不。76页有没有意见？不。77页有没有意见？请徐玉树议员。好，谢谢主席哦。局长哦，我想今天早上很多议员哦。都针对啊我们的这个林林总总编列的非常多的预算，其实我相信哦，包括有很多啊我们政府单位的这个官员啊，对于这些预算是怎么去用都不是很清楚啊。那因为刚刚有一个补助这个自来水的哦，迁管的部分编5000万，对不对？现在呢，这个地方呢又有一个补助推动设置太阳能光电，对不对？1000万是吧？是吧？是的。好，那个问题出在哪里？你这个不管是中央补助还是自己筹编的这些预算哦，编了非常多，几千万甚至上亿，但是真正能够落实到我们民众的家庭的哦或者社区的，就是这两笔看起来比较具体，也就是说。我们比较具体的预算可以用到家户的实在是太少，所以请你们啊在编列这个预算的时候，真正能够对这些受益的家庭，像你这个1000万，据我了解，你今年编多少？5000是不是？500而已嘛。那一推出之后，嘣一下没了，蒸发掉了，是不是？那你现在编的人，申请人比较多了啊，对嘛？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大家都为了荷包。政府有这方面的一种补助，大家都会提出来申请。你这个1000万，说实在的，你只要一推出，马上就没了嘛。我相信现在已经很多人啊，这些申请案啊，都已经哦，可能要挤到你们的桌上去了。但是你们编这个1000万，那其他的非常多的，不包括智慧节能的很多的这些预算，我都不知道你们用到哪里去了。但是真正补助到民众的哦，这个刚才迁自来水管的，还有像现在这个补助太阳光电的。这个预算真的太少，你们应该要检讨把它增加，否则的话，到时候预算通过这么多，大家呢都冲到这些议员啊，或者一些地方这个里办公处来
在问这个补助哦，然后没有钱，我认为这个哦就违反了、这个预算这个编列的一个比例原则啦。所以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其他的预算可以再加强啊？我想跟你做报告，因为其实节能减碳是我们长期以来要做的这个永续的这个事业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开始为什么今年编500，明年编1000？因为我们觉得说，哎，这个效果要让它出来之后，我们再把钱砸进去，可能会是比较好的方法了。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来。其实那你这个1000，你这1000万可以执行几件啊？几户啊？大概可以申请到将近40件。40而已嘛，那40要怎么分配啊？报告一说哦，其实桃园的部分在一年的申请案装置太阳能板的部分大概125件左右，所以嘛，你们没有按照需求来编列预算，这个要再检讨了。好，谢谢我们请李国防议员。好，谢谢主席，局长。刚才我听您的回应，就是说一年我们总共有大概可以1000万可以分配在40户的一个申请案啊。是。不过我们一年整个总申请量是100多户、可是我跟局长说啊。局长，是你的政策宣导不够，为什么？因为如果这样的一个节能减碳，这样的一个太阳能的装置啊，我们相信啊，绝对大家会群起呼应来装置这个就一方面也呼应了节能减碳，二方面啊，也真正达到所谓的去善用这样的空间去装置这个我们太阳能设施啊。那我现在一个问题点，我们所谓的智慧节能花了这么多的钱，但是在装置太阳能设这个发电设施这一个部分啊。却只有编列1000万的预算，我觉得这个落差太大。我记得，我们大溪有好几户人家要申请这个装置太阳能，但是呢，结果我们一送到我们府里边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已经额满，所以你必须要等到明年。那明年呢，他要必须重新排队，所以变成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工作。不好意思，他没有重新排队，因为我们的那个他的申请案我们都有保留着。都有保留的，是。可是问题是我们那个大溪有一位民众，他到今天为止还在排队中，好，所以我就觉得说，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政策，那我们是希望说预算能够宽列编列哈。那我相信，只要我们把这样的政策推出来之后，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民众啊来参与响应这样的一个政策哈。所以我是觉得说，局长，你是不是在明年可不可能再增加更大的一个预算编列？这个我们再回去研究一下，因为我觉得经费还是会有排挤的。但是局长，我想啊，在智慧节能这一块，你总共编列多少钱？我们因为我们前前后后啊，每一页的审查都会看到智慧节能这一块啊。来，我请问一下，你这样的一个效益，跟目前编列我们所有太阳能的一个设置的效益差异性？我想还是先跟一组报告啊。其实节能减碳的面向是很广的，哦，太阳能的这个补助只是其中一项而已。那其实还是有其他的，像刚才我们有报告过，我们针对服务业哦，针对工厂，针对这个社区的部分，我们都有做节能减碳方面的这个奖励。那当然就是不能把这个经费都只单用在同一个地方了，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多元化的来使用。这样，我想啊，我们编列预算的主目的啊，是希望预算能够发挥到最高效益啊，是，而不是一个所谓的烟火式的一个预算哈。那我相信这是不是烟火式的，是绝对不被接受的哈。是，所以我是觉得说啊，在有关于这个太阳能板这一块啊，它是一个实务的问题啊，那对每个家务，甚至于对我们所谓呼应的节能减碳这一块，是非常有实质上的帮助啊。所以我是希望在预算编列上啊，能够重新去考量一下。好，这个我们会回去再这个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再把它做比较额度高一点的这个编列。好，谢谢。谢谢哦，我们针对77页哦，第一笔9万块，在这个104年7月31号的文号后面哦，我们文字修正核定补助105、106、107年哦，做文字修正哦。好，谢谢。请梁维超议员。问题哈，刚才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他。我们针对智慧节能计划宣导的各项的费用，你们公共事业今年度整体的费用编列大概多少钱？明年的部分编列多少钱？那个智慧节电的部分是各种类型的，没关系，加总大概编列多少钱？其实因为它的性质来源性质不一样了。我知道，智慧节电的部分是，因为你们局长有说嘛，宣导。节电的方式各种我们都要去做，所以各种加总起来费用大概多少钱？
并没报告一座并没有针对智慧节电的宣导有特那个节能的部分有特别的编列预算。你各种都有啊，办理智慧节能各里节电竞赛评比800多万嘛哈，补助服务业办理智慧节能300万嘛，补助社区500多万，还有之前的、啊、每项都有办理啊，你各种类型都有办啊，整体经费大概多少钱？刚刚讲的这个智慧节电的部分就是。总共是中央补助款是5,614,300元。那包含我们本市编列的咧？那我们本市的部分只有编列这个太阳能补助1,000万。所以 total 大概是5,000多万办理智慧节电嘛，对不对？6,000多万。所以节电项目的方式很多嘛，对不对？可是针对太阳能的部分，去年编列500万，今年编列500万，明年编列1,000万嘛，对不对？那今年500万是多快就把这个费用消耗完毕？大概年初1月份的时候申请案就已经全部都申请完毕。一月份，一个月，短短一个月时间就完全用完这个经费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样的状态，你在明年度也只编列1,000万而已，你不觉得稍嫌不足吗？我想跟一座报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哈，我们现在还是尝试着用试办的概念来做。如果这个执行3年，它的这个需求量还是很大的话，那我想我们就来检讨我们的这个预算编列的这么多原因。要告诉你就是，你已经在短短一个月时间消耗掉500万的预算，申请的案件超过100多件以上，因为有些人看到额度已满，所以他不愿意申请。假设如果你经费够的话，可能200件、300件都有，评比的效益不见得需要靠3年啊，1年就应该可以看得出评比效益的结果，所以1,000万是绝对是不足够的。你看你的宣导智慧节能的经整体经费5,000万，那这些5,000万实质上有没有具有直接的宣导的作用？就刚才那笔260万好了，交给公关公司2个月执行完毕，那样会有什么宣导的结果？还不如把那260万经费挪过来，我觉得还比较有效益啊，实质上回馈到我们的市民，让这些人去做太阳能的各种的器材，实质达到节能宣导的作用，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啊、请局长明年度后年度编列更高的经费来做这一项好不好？谢谢。好，谢谢。针对77页哦，好，过。78页有没有问题？过。79页有没有问题？过。80页有没有问题？过。81页有没有问题？请梁维超议员。针对我们桃园市市级提升经营环境及行销推广计划这540万，可以说明一下它的使用方式吗？是，那跟议员报告哦，我们这540万的部分，主要是第一部分主要延续今年我们有市级行销、市级老店的评比及市级名摊评比，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明年我们会针对这个中英光夜市及桃园光夜市会有系列这个行销活动。以外就是我们针对中立的几个市场，我们有安排一个系列行销活动。那针对中立部分，大概用怎样的行销方式？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是，那这个中立光夜市的部分，因为我们之前有跟那个理事长周理事长这边吼，他们有希望说在6、7月份配合这个夏日的活动吼，有一个夏日爱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可能会跟一些情人节或是一些一些例假日活动吼，未来这个搭配可能会有一些亲子活动啊，或是一些宣导活动，就行销活动嘛，对不对？是是是是。那除了这个还有哪一个部分？我再补充一下，中立夜市的话，另外就是因为捷运应该大概明年初会通车嘛，到时候我们会把捷运通车跟中立夜市做一个整合行销。那除了夜市之外呢？除夜市以外，就是针对那个市场的部分，我们会持续推这个。那个市级名摊一个评比的一个活动，大声一点，听不清楚。那针对中立的部分，我们会持续针对那个市级名摊的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评比，还有市级老店，这个是一定要系列行销。然后各自治会的教育训练，明年也会延续继续办。好，那你给一份详细的计划说明，好不好？是，没问题，谢谢。好，谢谢。针对81页，请李光达议员。好，谢谢，谢谢主席哈，局长，请问一下那个市级跟市场有什么差别？市级跟市场，市场基本上它有一就我们的这个管理办法里面，它是有严谨的定义啦。对，所以我在想哈，应该是这样子哈，市场哈就是不是我们市场用地的市级的部分哦，不是市场用地，但是已经形成摊贩聚集哈
必须民生上的一个方便嘛，采买生活必需品啊、食品的一个方便性，是不是？是。你对桃园的了解的话，我们啊在仁爱路哈，就是法院简易庭旁边哈，有条仁爱路哈。我们进去的时候有一条啊延寿街跟一条寿新街哈，寿新街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地方需求功能性的一个啊市集哈，它不叫市场哈。我想这个部分哈啊，这个环境啊行销的推广计划，我们是不是仿照可以在中二路这个市集哈来做一个牌楼哈？它如果有涉及到道路管理条例的部分，我用侧边哈来行销这个市场，这样可不可以？我想在不违反这个不妨碍交通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我们这个有一个用意哈，因为它是寿啊延寿街跟寿新街哈，可以把车辆分流到啊我们的延寿街去哈，不要闯入哈啊闯入到我们的市集区去哈，会造成这个采买的安全。我想这个有必要可以去做。好，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现场的会刊，好不好？好，先做一个现场。好，我们来研究一下。另外哈，这个整个啊市场的一个用地的维护管理哈，就是一个方便性哦。本席一直在强调哈，我们的观光夜市，我们有一个啊旅服中心、旅客服务中心哈，啊我们大致上都是夜间哈啊去那边游逛啊游逛来啊吃啊美食啊，好，但是你会有内急的问题哈啊上厕所的问题哈。现在你现在往这个旅服中心那边有公共厕所，好，我想这个指标性哦一定要明确，让我们的啊游客哈，我们的市民非常的一个方便，好不好？好，谢谢主，这个部分已经跟自治会已经这个研商过了哈，我们到时候会来处理。好，我想要积极去办理哦。另外针对这个哈，东门市场、中立低公有市场、中立的一个贫富市场这个硬体的分期编列哈，东门市场哈，我想啊这个部分将来永和市场是不是也会迁到这里？是，这是既定的计划吗？对，这是我们既定的一个政策。昨天呢，我想自治会里面的干部有跟我反映，他又跟立法委员来陈情，我们现在跟我们的军备局争取到804这个用地，是要移拨给我们市政府，对我们将来很多的建设，包括青创中心有很大的一个利基，有一个空间可以利用。我们委员更加讲说要来争取，是不是说由永和市场也可以那边找一块地，你觉得这个可行性如何呢？我想这个部分，因为同意拨用是前一阵子前两三个礼拜才确定哈。那我们市府这边，因为我不是主政局处，所以我不是我不敢发言。主席，这部分会做整体的。主席，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们好，那再给你一分钟好不好？谢谢，因为是这样子哈。整个永和市场哈，当然如果说将来迁移到我们的东门市场哈，大概两坪半哈，对他们目前的营运规模哈啊，它的形态哈啊，两坪半实在是没有办法去使用哈，所以那边的反对的意见很多哈啊，况且这个捷运哈，它是分段施工哈啊，会做到这边来的时候哈啊，我们永和市场 G08站哈啊，不晓得多久的时间哦，他们非常的忧虑。我们要如何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大概可以做多久？我想这个部分在为19号要开一个说明会，我想我们金发局这边是不是我们局长如果可以有时间的话，亲自参与来听听当地这些长久跟永和市场有感情，对我们地方的经济繁荣还有整个一个营生有很大的影响的来做一个关心，好不好？好，让他们充分的了解。以上是本席希望说来重视，有些事情是个权益的哈。如果工期还没有做到那边哈，G08站还没有动工的时候尽量让他在那边来做哈。因为两坪半你自己去思考多大哈，冰箱放下去的时候没有空间。好，请各议员针对预算有其他问题，我们可以私下跟局处。好，那我们针对81页预算0281 50,000块。50,000元是104年7月31号经受公制的搁置案还有5100，也是104年7月31号那个9310号函的搁置案，在这里跟大家说明。那针对其他问题，还有其他有没有问题？陈志文议员，轻松就好了哈。局长，我希望能够重视我们大溪第一公有市场的一个修整改善的一个计划，好不好？好，因为我在这边81页有看到我们东门市场中立第一公有市场部分这跨掉老脆暖了。
我是希望说哈，希望那个也重视一下我们大溪那个第一公有市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改善的一个工程啊。好，这改善工程我们会来处理，没问题。跟周边包括我们的和平老街啊、中山老街哈，整个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市容的一个市貌的整体的一个规划，好吗？好，谢谢。好，谢谢哦。针对81页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过。好，请黄婉如议员。说明啊，因为刚刚已经敲了，不好意思哦。没关系，不好意思。局长，我还是要了解一下你这540万，桃园市市级提升经营环境及行销推广计划，这是做什么用的？是，那跟议员报告，我们这个计划刚刚提到，第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会持续来办我们市级名摊吼，还有市级老店等等，促进那个评比的一个活动，所以去持续来办。那另外，我们也会邀请这个，我们开办教育训练的课程哦，请这个自治会跟他。那我请问你哦，我们针对我们桃园区有哪些是叫市级的？是，那跟议员报告就是说，那个但市级主要是分成市场跟夜市，然后那夜市的部分，当然就是我们桃园观光夜市。那市那你就还有呢？市场就永和市场跟南门市场是。还有呢？那。这两个部分就是目前那个。是啊，那你就干脆就写市场就好了。为什么要写市级？市级就含市场跟夜市这样子，就统市级是两个的一个统称。就是统称。是是是。是是是是。那你这540万用在我们桃园的市级需的那个需要，那个你有什么样的计划？是，除了刚刚说第一部分以外，吼，我们明年针对桃园观光夜市。那个永康夜市30周年的部分，我们会规划一个那个系列行销活动。哪里？就是桃园观光夜市的部分。不止30周年嘞、欸，不止30周年、欸。是。重点是我们明年会针对桃园的观光夜市做整合型的这个系列性的这个行销活动。不止，你要搞清楚哦，不止三十年哦。是。最起码也有50年以上哦。我希望你们对于我们这桃园仅有的这个观光，桃园区仅有的这个观光夜市，而且哦，是我们这个民众消费精神的这个寄托跟象征。我希望你们能够去说清楚、讲明白，能够去了解清楚，甚至于你问附近的那个西端，可以了解它的来龙去脉，绝对不止30周年。局长，好，这个我们去确认，谢谢议员。啊、甚至于哦，可以把他们的这个过去的演变，从火车站前面一直到庙前，到庙后，到现在的这个位置，我觉得你们可以做一个系列的一个展览，哎，也这也算是一个回顾嘛，是不是？可以吗？可以，这个我们纳入考量。你记得吗？我跟你讲哦，我希望陈办科长，你能够随时跟我联络，是，因为我从小在那里长大的。好，好，哎，我看你的资料是不是很清楚？是。好，谢谢哦。我们针对，80页已经过了吗？我们针对82页预算哈，请大家看16万5千哦，是104年7月31号。韩文的各自案，还有一个23000哦，也是同样一个韩文的各自案哦。那除了这两笔各自以外，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我们是不是把它赶快审完？因为你剩下2页，他们要留好几个小时，这样回去处理公务了，好不好？还有意见吗？这上面这个各自以外还有意见吗？那还有这么多意见，我没办法了。请陈美美议员。谢谢。谢谢主席哈。局长，我想请教一下哈，有关于你这个4000万哈，这公有零售市场和摊贩集中区硬体改善，是有计划改善哪几个地方吗？这个部分我们有详细的计划书，是不是会后再送给一座参考？好，那针对82页有没有意见？过。83页有没有意见？没有过。我们经发局的预算哈已经审核完毕。
休息，中午休息，下午2点准时审地震局预算，谢谢。